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2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24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6月22日上午9:07至下午10:57，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姚委员、文智等14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35人，请假委员杨委员、郑吴，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曾召集委员齐迈。报告事项，上次会议。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委员黄伟哲等17人，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27条及第128条条文修正草案等4案。本次会议经委员黄伟哲说明提案要旨，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报告，委员黄昭顺等12人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洪宗义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二，委员黄伟哲等17人，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27条及第12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另定期举行会议继续审查。三，委员林俊宪等19人，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4条、第122条及第12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一、第74条，委员赖瑞荣等6人所提修正动议一并讨论。第二条文中，经法院判决当选无效确定者等字后，增订或于法院审理中自行辞职者等字，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二、第122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三、第123条，委员陈其迈等6人所提修正动议一并讨论，于现行法条文句末增列因第120条第一项第三款之情事，或依第121条规定，经法院判决当选无效确定者，其任职期间之薪给、月俸、研究费及其他补助费用，由原服务机关予以追还，但助理补助费不予追还，借其不缴还者，依法移送强制执行等字。四、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曾召集委员齐迈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四、委员黄伟哲等22人，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7条及第1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一、第27条第三项于句首当选人等字后增列就职后辞职或等字，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二、第117条照案通过。三、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曾召集委员齐迈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五、委员段宜康等19人，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一、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曾召集委员齐迈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六、决议三至决议五，除委员林俊宪等19人提案中第122条外，委员陈超明、林立禅均对各条文当场声明不同意。委员黄昭顺等4人提出临时提案一案，决议不通过，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邀请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率同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我们介绍一下列席的官员。我们的李永德主任委员李主委，还有我们的副主任委员范佐明范副主委，廖玉佩主秘。还有我们综合规划处的江青松处长，文化教育处范学景处长，产业经济处吴克能处长，传播行销处孙于清处长，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何金良主任，还有我们的秘书室、人事室、主计室、政风室主任都有列席。好，我们这个请客委会主李主委报告。
主席啊，还有各位委员哈、啊，那个太嘎后哈、啊，首先我想请示下主席哈、啊，我等一下因为今天是客委会施政报告了，我可不可以用客语哈、啊？那么做个施政报告，那我们现场有准备翻译。Okay, 好，谢谢，好，谢谢主席哈、啊，主席哈，啊，各位委员哈、啊，哎，太嘎案奏太嘎后哈、啊，今天呢哈，请永恒哈、啊，哎，有呛哈、啊，哎，苏德贵妃有呛哈，来都。立法院哈，做客家语言会议哈，主管业务的报告了哈。首先来感谢哈，我们各位委员啊，各位长期哈，对客家语言会议哈，给至高跟支持哈。哎呀，对客家语言会议哈，客家所作为文化工作的哈，大家很多的听书哈，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哈。客家语言会议呢，也主要的核心的业务呢哈，主要还是文化。文化工作还是一个长期的哈，一个持续性的哈，一个工作哈。故所以呢，文化工作一定哈就有延续性哈。我今天呢哈来多阵来哈，担任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非常感谢哈，从客家委员会成立以来，历年的主委哈跟历年的哈那个前辈哈。对于客家委员会哈那个跟努力的贡献哈，使得我们客家文化呢哈。可以呢哈，继续啊，那传扬，哈，继续发展。但是呢，现在呢，面临一个新政府哈，一个省令哈，啊，来面临一个沙飞加车哈，啊，一个哈变化的一个时间哈。我们客家委员会所面临的工作呢哈，要充满了过多的一个挑战的哈。故所以，要用的要上任一整年以来呢哈，非常认真哈，跟我们的同事听讨论讲。我们要给客家委员会的业务哈，各方面的计划，刘德伟呢哈，已经实行的十多年了哈。啊，刘德伟当然有新的哈计划了哈。啊，不管是长期的计划，也是短期的计划，我们要全部做一个检讨了哈。后尾呢，我们继续来做哈。按假使讲有需要改进的呢哈，我们继续哈来让的做比更加好哈，让我们的资源哈发挥最大的效益哈。啊，另外呢哈。一个是有新的哈政策哈，啊这个经费了哈，按个计划个按样个提呢哈，也做过多个讨论了哈，啊今天呢哈就推下去的哈，跟大家各位委员呢哈来报告了哈。首先提的呢哈，就过去15年来哈，客家委员会成立以后呢哈，那个客家委员会哈，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哈，来检验哈客家委员会成立的价值的来源，提的出客家化的问题了哈。客家文化呢，哈，他个所有的乡亲，哈，客家乡亲了解，客家话还是客家人，哈，一个核心。无客家话，就无客家人，哈，无客家人，当然就无客家文化了，哈。故所以客家语言呢，就客家语言会成立了，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任务。根据哈那个我们客家语言会的每2年，哈，会做一个全国的一个大调查了，哈。从客家语言会成立了，哈了。都去年的来讲了哈，就1980年哈，那个客家语言哈，晓得谈的哈，晓得谈的哈，比哈客家语言比较省的个呢，有成长差不多5.8%的哈，那个 percent， 按晓得讲的哈，讲的能力呢哈，有提升的4.2%的哈%哈，所以各位语言可以看 T 三幺哈，书面报告 T 三幺看到一个。也跟那个趋势图了哈，客家是讲无政府的天数哈，无政府的帮忙，客家语言呢，哦，因为继续哈来流失哈，总有一年哈40年后呢，客家话都无的，哦，但是因为呢有客家的努力哈，包括我们立法院的支持呢哈，故所以呢，也按那个客家语言的趋势呢哈，还是缓步哈往上升，有成长哈，都差不多5.8%了。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哈，像大家翻到哈，那个报告的哈T6页哈，就一个客家的认同了哈。客家的认同哈，我们台视上做调查个哈，可以分成哈，差不多3个部分哈，来做比较了哈。提到很多单一哈，单一自我认定哈，单一自我认定的意思就讲哈，你问讲你系咪客家人哈，你只可以限制一种哈。讲系客家人哈，系一种比较讲严格的哈，一部分呢差不多有315万人啊，就台湾，加上人口呢差不多13.5万哈。
啊，但是我们现在比较过鼓励哈，客家基本法里面也鼓励哈，很多多年的认同，包括很多多年的认同呢哈，就讲我是客家人，我也是福建人。我是客家人，我也是原住民，因为已经通婚的情况非常严重。我的爸爸可能是客家人，我的妈妈可能是福建人，各种不同的族群。所以你下一代呢，都是算命的，竟然鼓励多元的认同，也是台湾多元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个是说用多元认同，台湾的客家人呢，差不多有450,000，451,000左右了。将来的台湾人口呢，差不多会将近20%了。啊，另外一个当然就讲工业啦，就工业就讲，反正因为人家客家人，哦，人家祖先、人家阿公阿妈哈，任何一个人有个客家的血统，哦，那个都算客家人哈，那个人口所以呢，当然就够多了。那个认同呢，从客家变为省的以前，他个提到过去几十年啊，台湾哈在革命党时代呢哈，还有一元化为文化政策，故所以客家人呢哈，人家渐渐变成一个隐形的民族哈。但是自从啊那个客家语言学成立呢，客家会努力哈啊，结果呢对客家认同呢有增加，一个也是讲证明讲哈，我们政府哈对客家会重视哈啊，有公权力哈，有公资源哈来协助啊哈，一个对族群的发展呢哈有挺大的一个帮助，一个调查结果啊就一个证明了哈。啊，当然其他的哈各技术的问题哈，看就没听大家报告了哈。啊，特别在客家再强调一点就讲。我们客语哈客家话最严重、最危险的所在，就讲我们个后生的哈，哦，比如讲20岁左右的讲，晓得讲客家话人越来越少。20岁到30岁，假使讲伊讲客家话人越来越少啊，伊啊四年嘞哈，就家庭方嘞就一天唔会讲客家话哈。故所以呢，眼见都透过哈客家学教哈那个教育的内容了哈，都幼稚园就开始哈，哦，就从四年的差不多5岁开始。就读好客家话，故所以过去客家语言呢，哈推广的那个很多幼幼哈客语闯关认证哈，成果当好哈，效果当好，也个可以提升哈，我们15岁哈，这个就小学生了哈，按个5岁左右的那个生年哈，伊本身呢哈，那个客家话呢哈，说听写的能力哈会增加了哈，也个是高一成果，高多，但是呢，也有就会检讨的所在。我特别提出两点，我跟大家报告了哈。一个行业认证哈，还是客家语言最重要的指标哈，就讲检验讲，我们客家政策推行的成果都在用的哈。行业认证的哈，也很多年来哈，那考试报名的人哈，跟通过的人哈，有越来越少的一种趋势，也个还一个警讯的哈，也个出定个客家语言，他来监督哈，让个让客家认证哈，本客家人哈，包括个那个小学生，甚至哈啊幼稚园的学生，还有社会人士呢哈，可以认同哈啊继续了哈，提升个那个报名哈，将来客家认证的能力的考试啊。啊，另外一个呢哈，我们过去几啊几年推广，可以用力的推广哈那个公司语言，公司马个那公司语言的哈。就都公共的场合的哈，我们要用客语哈，那个提供服务哈，啊，客语呢作为一种沟通语言的第一语言工流行语言的工具了。但是有个图客家充电发展提起呢哈，总共有60万的乡镇呢哈，那都现在哈，那有38的乡镇哈，38乡镇有做好那个行业认证的，故也个表示讲，连俺的自家本身客家庄哈。客家话哈，充电发展乡镇呢，如完全哈，建立一个客语公司的一种服务了哈。啊，一个我们要哈，深切哈，啊，监督将来呢哈，我们会全力来哈，努力哈。哎呀，拜托哈，我们的委员哈，来大家支持哈。哎呀，监督以后呢，当然最重要的呢哈，还是讲未来哈，未来我们客家语言费啊哈，要做嘛个东西哈，有。主要的工作的项目会按多乜嘅哈，同大家报告。过去嘅成果啦，有几多条列下去的哈，也向各位委员哈参考啦。佮向各位委员呢哈，反正系书面报告啊哈，书面报告嘅T26也开始啦哈，26也开始。啊，未来嘅工作哈，当然这方面呢哈，我哋嘅总统小英哈，在选举哈。期间呢对客家哈有相信有承诺哈，有提出可以完整的哈一个客家的哈政策的白皮书。啊，俺那个经验哈，俺那个任务呢哈，就用来实现哈，俺那个总统对选民的承诺哈，
让我们客家乡亲呢哈，感觉讲哈，政府呢有正式哈啊，替我们客家文化、客家乡亲哈来做啊做事情哈。啊，替人呢当然也都还是强调一个哈，因为语言哈，客家语言呢哈，还是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完全哈做唔得哈，表现的一个工作了哈。嗯，过去呢，我们推广客家话，几多的方法哈。上两礼拜以前哈，我去到高雄哈。客家语言培训从去年呢开始有实行一个实验教学了哈，很多沉浸式的语言那个教学的方式，成果非常非常的好哈。一个从2007年开始呢，沉浸式的教学跟现在的教学观念是有一些不重样。过去呢，我们讲一礼拜哈，就学教方上课上一点钟哈，按线上教人讲哈，十八个模，我让我讲哈，啊各位。但讲我去拉位哈，就教人讲客家话用讲。但沉浸式教学呢哈，就无同样，伊发展了多一种讲，以用客家话来做教学语言哈，全部学生的跟先生哈之间的一种互动哈沟通哈，50%以上啊，哦，而用客家话了哈。它还是华客语哈并行的一种哈教学的方式。哎呀，这种方式实验以后呢，哈，有真正的哈啊一个学者都会做研究哈，我们下礼拜会做发表了，证明讲哈，我们个社会学生有经过沉浸式教学哈，那么有一个收听的能力哈，会比现状哈提升18%左右了，所以要个成果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故所以呢，我们从明年开始要个沉浸式教学呢，会推广啊全国哈啊各地方去了。啊，实际上呢，一个沉浸式教学呢，哈，还可以去从纽西兰哈啊那个保存一个原住民的母语哈，毛利语哈，一种叫做语言潮的哈啊，其中的一种啊一种方式了。所以我们这个实验结果对于台湾来讲哈，也讲亲友好过，故所以呢，也个哈会继续来推广哈。啊，听音乐呢，可能镜头讲包括公司的语言哈，公共场合的语言，公共场合的语言哈。过去呢，哈，我讲从飞机上、哈、火车上、哈、医院、哈、一些公共场域有，将来希望呢，哈，所有的医院、哈，要落实，所有的太商场、哈、商店呢，也要落实、哈。对学校方也好，对那个、哈、啊那医院也好、哈，尤其包括法院、哈、啊警察、哈，一听、哈、公家机关、哈、一个公司的语言呢，我们会继续、哈、来加强啊。啊，第三面呢，哈。我推动一个很多客家文艺嘅文艺嘅复兴啦，哈啊发展客庄嘅经济啦。大家啲哈，那个总统呢哈，又对那个台山县哈啊列入一个哈国家级别哈国家级别一个那个政策的计划了哈。啊，既然讲台山县呢哈，伊对桃园的龙潭哈都哈推动嘅哈东施撒港了哈。全长差不多100公里了哈，一中间呢经过差不多20倍左右的哈，啊那个客家床了哈，啊其实台山县的哈也不一定讲一听哈，那个有这么多台山县那么多的，其实邻近的哈有特色的哈，一个哈那个客家庄的哈也可以列入哈一个整个计划，它是一个带状的计划。那么一个计划呢，我们已经列入哈，啊那个已经讨论出一个执行的方式哈跟面向了。以主要将来推广的方向呢，有三大面向哈，一个就人文的重视哈，第二呢哈就环境的准备了哈，第三面呢哈产业的发展哈，它有时讲要三大面向呢，就会包括哈，我们所有的文史的调查哈，按个包括民俗了哈，按个传统迷失了哈，按个客家的人文、客家的名人观哈、客家的老建筑个的哈，会包括几多哈。那个详细计划呢，我们另外呢哈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图嘅。他刚才就问讲，头竹门哈，包括台中呢有浪漫台山线，我们南埔绿队的客家都会讲，南埔绿队有乜嘅咯哈。就造成好像南北有些矛盾用的。其实的六队呢哈，小英总统也有提出一个计划了哈，一个计划很多江江六队了哈。江江六队的意思呢哈，就六队还是六队提起呢客家人哈，非常重要一个连接，它是一个地理上找不到的地理名词哈，历史名词。但是呢，以六队一个东西呢，深深联系着哈，延续着哈
客家哈，客家人的一个精神都在前面。啊，你看这种精神跟客家头辈那种历史跟文化呢哈，跟各种头的特色哦，该发挥出来哈。一个也是哈，为了客家语言会会全力来做哈，唔会输哈。啊，那个浪漫台山县哈，啊，另外东埔呢，推动华联哈，你话几多客家人哈，以加美人口的比例呢，差不多30%左右。啊，30%左右呢，按多客家人也问讲啊，你东西埔哈？哦，有台山县，又有江江六队哦，啊，东埔有马根的哈。其实小英总统当时呢，也有讲很多重古哈、慢活廊带哈，因为东埔呢哈，这个很多台29县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所在。一个呢，东部呢像凤林啊，哦，已经台湾最早哈通过慢城啊那个认证的哈，就凤林了。所以东埔那个发展一个慢食慢活哈慢游哈，一种啊这个一种旅游方式，带动哈地方上的哦一经济发展呢，也是将来哈客家语言会呢哈会全力来支持的所在哈。哦，一个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报告哈，我们一定会运用哈那个客家的传统哈跟新的科技哈结合起来哈，来展现我们台湾文化的多样性了哈。其中一个例了哈，现在来讲哈，就台湾呐，文化哈，是一个认识台湾哈，了解一个族群文化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的一个门路了哈。嗯，就台湾的客家人的文化哈，可以讲撑起哈，我们台湾文化的哈啊一片天哈。几下位重要的作家呢哈，全部是客家人哈，可是因为跟客家人的一道哈重要。重要的作家的重要的作品，透过不同语言哈的翻译哈，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呢哈来了解哈，啊，你台湾的客家文化，也可以是台湾的客家文化可能走向族群主流化，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故所以客家语言会为了呢，会变得经费呢，来向啊那个国际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出版机构了哈，来同我们台湾合作哈，来出版哈翻译。我们台湾哈，从一位客家的作家的作品哈，那么来做啊那个一个用国际上哈推广的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甚至讲将来一个喺客家行业哈，行业的国际舞台哈，挺重要的一个工作啦。啊，另外来讲国际化哈，客家人讲全世界哈，因为特别客家人就讲生活够苦了哈，故所以全世界以来就会哈，伊落实传承了哈。故所以就比如讲东南亚哈，非常非常多的客家乡亲都在是的。啊，用个今日到客家乡亲呢哈，继续哈，有一个连接哈，跟就鼓励哈，目标呢就推动啊哈，一个全世界客家各社团联合起来一个很多 NGO 哈，目的为引入哈，你看将来联合嘅有个很多 NGO 哈，一个非政府组织哈，啊非盈利组织哈，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了哈，啊希望呢客家哈也要加个几分的哈，对台湾有乜嘅啊有贡献哈，啊也对国际上呢哈有一个连接哈，一个贡献啦，故所以推动客家嘅社团联合起来引入哈。将来联合嘅啲 NGO 哈，一个目标呢，我哋会继续哈，会努力来推动哈。啊，最重要就讲，最后呢，跟大家报告哈，那个族群主流化，我哋过去啊哈，讲为什么要成立哈客家委员会，为什么要成立原住民委员会？其实呀，理论基础呢哈，即作为多元文化一个理论基础，一个多元文化的理论呢哈，基本上啊，就讲三非双哈。弱势哈跟少数的文化呢，必须要由政府哈、由公职人哈来听说哈，然后可能有继续发展哈啊，继续传承的一个机会。希望啊哈，以土沙皮上改建哈、改革哈，就会消失开。啊，现在呢哈，也理论进步啊，都讲，人家少数的文化哈跟啊那个哈啊那个弱势的文化呢，不但哈讲抢爱公职部门的职员来听说，另外一个。更积极的一种做法，就讲，那呢，少数的文化跟哦，那个弱势的文化呢，而对社会有贡献哈，就每一个哈主流的地方，那呢就会争取一个哈平等的机会。同样哈，本大家人看到，一个社会，人家呢社会的主流哈，我一个图，一个理论哈，一个学术的研究方面呢哈，我继续来
推动一种观念一种论述了基本上呢最近的他家就讲了一个很多反族群歧视基本上也是一个族群主流化可以化解一种族群歧视一种样种事情。一个理念的他家他家愿意努力和跟所有族群共同的努力的最后呢他家提了这个客家 VNV 啊，有两个属于国家级别哈，客家文化园区，一个苗栗哈，啊，那个客家文化园区，一个绿堆文化园区。也两个文化园区呢，我们过去有不同的 TV 了，因为也 T 里也跟附近的客家的聚落哈，去管天的哈，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北部的哈，啊，那个绿堆，啊，那个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呢，基本上也比较够强哈，客家博物馆哈，一种性质了哈。客家博物馆呢，我就充实哈内部的哈一种典藏哈，一个可以充分表现哈，我们台湾的客家跟世界的客家哈，推下博物馆地方哈，可以了解人的历史和了解人的那个源流哈。南部呢客家呢，希望就变成绿堆地区哈各乡镇哈一个生态博物馆的一种观念，一个生态博物馆呢，也必须哈要带动哈客家中哈。十二个客家乡镇哈，绿堆地区哈，那个各个不同的聚落，带动也产业，带动也文化发展，哦，以扮演一个火车头，扮演一个平台，哦，故此也两个那个文化各家的文化园区呢，我们充分讨论以后，做一个明确的定义呢，未来哈，会继续啊朝一个方向来推动。也总共最后一个呢，就我们做客家哈，目的不管是文化延续也好，语言的推动也好，文艺复兴也好哈，产业的发展也好，最后呢就希望我们的客家中，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哈，客家的传统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有新的力量哈，包括后生的哈，第二代、第三代，愿意也可以哈，多转移哈，让自己故乡哈，可以继续生存、继续发展哈，让我们的客家中的活力哈。沙飞力的哈，经济力哈，可以永续发展哈。最重要就讲客家庄哈，就变成一个哈有文化哈，居住有品质啊，按个产业可以发展，可以生存，可以发展，可以文化哈，一种神的哈，一种象征的哈。一个中年人哈，跟前面跟大家报告的哈，重点的哈，一个拜托哈，我们说当然需要个一些经费了哈，拜托我们说有啲位哈，同我们继续支持，也欢迎哈，同我们继续来提高了哈，最后哈，我们感谢大家了哈，向大家继续支持，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支持罗丹。好，谢谢诸位，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进行询答，好，那个我们本会委员发言的时间要8+2+2。曹明兄，偏儿童的人就多一点。好了，那听不懂的比较多了哈，所以10+2了，好不好？哎，那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2，截止登记时间在第一位委员发言完毕时。好，那请第一位这个陈涛明委员，你讲我拢听有啦，所以你背文经好。主席，各位列席的客委会官员，还有我们委员同仁，大家好，大家早。首先有请客委会理事委。来，那个主委。那个等一下上来，主委都不用敬礼了啊、哦，要上来就上来啊、哦，来。理事委好。刚刚你几乎用了30分钟讲客家话。下面的讲说听不懂，有一个人讲听得懂，我跟他们讲说我可以虔诚的翻译，他们不相信，所以刚刚把你讲话的重点讲一遍。那常常再讲一句话，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那你现在觉得国民党执政的客家政策跟你现在未来的客家政策会有什么不同？跟委员说明一下，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一点啊。客委会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都非常感谢历任的主委，
还有历任哈所有的同事常年来十几年来的努力，所以有才有今天客家文化啊客家语言哈认同增加哈的，所以这个并没有去否定国民党的政策不好，但是我想说这个政策有的时候坦白讲是当年我推动的，但是经过了十年。我们也应该检讨了，对不对？所以不是特别针对哈，所以大家看内容，我是看你的决议里面，你写得很感动，所以我对你特别的亲切，因为你讲了一句话，就是没有前人重视，就没有后人，吃的果水果了、所以你说对于前人历任职位这样付出钱，你肯定认同，我觉得你有度量。而且你说一棒要接一棒，继续把客家文化发扬光大。对，我是看准了这一点，是好好的去推动客家文化，因为你有包容心，而且你也讲得非常实在，好、哦，能把十几年来客家文化传承的精神一直讲出来。谢谢。但是刚刚谈到你的业务报告，你新的业务报告里面、你讲了一句话，说没有客家话就没有客家人，对不对？所以你在语言里面的宣导里面，你几乎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你讲到纯情式的教学语言，语言教学我听不懂，我不知道是语言在前面还是教学在前面，但是我一直跟你强调一句话，你有两个职责可以做，而且可以推展到世界，我说客家语、客家歌的推广，把那文字写得多美，把那个精神写出来，我一直强调，你语言的认证，你不要用语言认证，那是的。叫他会唱客家歌曲，你走到客家地区，虽然客家话懂一点，歌曲一唱，全场一定掌声鼓励。这个在推展客家文化里面会带动的很大的力量。这一方面有没有继续加强？你应该要推动一个客语金曲奖扩大举办出来才对啊。跟委员报告了，第一个金曲奖有，昨天我们才颁，我们有四位年轻的创作音乐创作都有入围，他们都非常非常优秀，对推广客家语言、也很有贡献、第二个呢，就是说用生活化、这个语言，包括你讲的山歌、或者是客家的歌曲，有啊，沉浸式的教学其实也是包括从游戏、还有表演、还有歌唱、这中间是学习客语。好，还有我说你要加强卡通。你有讲到五岁以下在学的时候，你把它卡通做得很漂亮，不但在台湾可以推展客家文化，整个世界的客家文化用卡通去教他们小朋友讲客家文化，讲客家话一定能成功，也能建立国你的什么客家国际中心的地位，不你是空的呢。我是很真心的讲出来，谢谢你，谢谢。但是啊，你又一直在强调客家族群的认同。那我觉得主委不必去强调客家族群的认同，暗中去推广，暗中去推广客家文化，你一推广出来，以后会变成很多的族群对立。我跟你讲这实在，我们在一起啊，大家台湾那么近，又不是那么远，所以我就觉得你有一点让我实在想不通。你说客家的认同，你是哈嘎语吗？还是说你是客家跟闽南？我也是闽南跟原住民。你有没有注意一点？客家地区，你到他古老的房子，他一定什么堂？你有没有问他祖先从哪里来？你觉得不是吗？客家人非常非常的尊重祖先，而且常常扫墓，大家联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刻意在去中国化，不敢把历史的渊源找出来。你只在我们自己台湾岛内自己打自己，自己在自我称王，这点你要特别注意。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你惯这个所谓的去中国化啊，这个就太严重了。好了，我不谈那么多了，你们都会否认的。这个不要什么事情都想说是去中国化。第二个，你要推展客家文学名字，到底现在有多少客家文学名字？有非常的多哈，当然这方面啊，你为什么客家文学名著你的翻译的时候要从美国、日本开始？然后我问你再一点，你客家文化也要推展南向政策，啊，你怎么不把东南亚的语言把它翻出来给他们看？那边的客家地区很多啊，这个
跟委员哈，这个说明一下，因为语言哈，国际上我们目的是要推广，我了解还是比较多使用。我觉得这个创意啊，这个至于东南亚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客家乡亲哈。你那么我们很多客家乡亲呢哈，也很多这个东南亚来的。所以你要南进，就要跟东南亚的客家乡亲再结合在一起。从美日开始，你的南进政策要讲的那么多，把这文学名字把它换作当地的语言嘛。我讲这，我不是跟你讲你的资料，早上才看到，我只是听你讲。但是我不反对文学名字去把它翻译，但是不要说美国、日本永远像那富有的国家。你真的要南进政策，东南亚那边的客家华侨非常的多。啊，好，你要去结合客家华侨、东南亚华侨，你要如何结合？你有没有到过印尼？有没有到过东南亚所有的国家？澳盖还赶紧做聚会吧。我没有全部去过，但是像马来西亚哈，这个有去过，沙巴有去过。我跟你讲，这里面啊，你们的思维有点错。一般我们在竞争国际课语的中心，跟大陆会竞争，我们要竞争合则利。我并不是你现在一面的排斥中国化，去中国化，不谈大陆的客家。即使那一个很大的族群，他们也针对着他们客家文化。我上次在国民党执政，我特别提问了一份资料，你应该去看一看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抱负。当然，台湾也有他野心的抱负，但是不要闪开，不然你要爬个党头血外衣。因为我现在我去的时候，那个陈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的。其实我们，因为我没有办法。这个在报告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提出来。不是，像最近我们会举办所谓的两岸三地哈，这个一些学术的有学很多学术的论坛哈，学术的讨论会、研讨会以后再都有邀请中国大陆的哈。这个不答应就不行啊！哎，我当然晓得你这么回答，哎，但是确确实实你讲没有，我讲有啊，我是给你提醒啊，哦，好不好 ？OK， 好，谢谢。好，你又讲到我们蔡英文总统客家的政策。里面有几点，你给我讲给我听。刚刚已经有报告过了哈，第一个哈就是你有报告过了，但是你的业务报告里面少写了两点，一个叫做社区型的照顾系统、伯公医疗行动网，还有口腔之间的照顾。我帮你找出来，以后要加在里面，不然总统不会欣赏你啊。他的白皮政策书里面。好、哦，你在这里面没有谈到。第二个，他要成立客家乡村发展基金，你这两点没有提到。你引用前朝再继续的发挥，哦，我并不是说在反对什么，你也有这样包容，如果好的继续推展，但是这两样要加强。但是讲了口腔日间照博公坑，其实客家里面庄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跟社区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一方面你要如何去把它做好，而且他们互相照顾的那种感情特别的深，在这方面再加强。跟那个委员说明一下，就是伯公医疗网啊，我跟委员谈判报告，这个证件是我当时我拟的，这个其实这个目的哈，其实我们现在跟卫福部正在讨论，它其实就是社区照护的一种，它只是说这个也是全台湾面临的问题。不是啊，不要多元化了，不要分散了，名称可以简单说在客家地区用这样的名称来会增加它的亲切感。对对对对对，不然你也做结合。对，那我上次在解冻的时候，我说你们讲的什么六堆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只有卖东西，没有客家吃的。那受于科学园区的限制，说不能生活。我讲了，你们可以改观吧。这个部分，那个我们，我所以恁青菜公公的啊，青菜搞答应了。有到现在我有请哈，我们这个那个客发中心的主任哈，去跟。国家科学园区哈去讨论，这结果是怎么样？找立委去啦，他当然讲不可以啦。我对给你暗示了很多，你不晓得。那边卖东西，你要清文史文化的时候，会吸引很多人在那边进驻啊。对了，对了，因为你现在是不收门票哦。你一收门票，门可切了哦。你要用什么地方来回馈，来增加你这个地方的两个文化中心的一个财源啊，不然你们的花费真的很大赛。所以这一点，
你真的要加强一点，好不好？好。还有浪漫的台山线，我很支持，但是要全力兼顾在做。你有人文，有摄影的，又有经济，要怎么样把那边弄得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地带以前你们开票追台，我不能，但是我们地方产业要发展呐、啊。我晓得你们慢慢在深耕这一个地带，用意非常明显，但是好的，我们不能反对，我们要支持，把它做出最好的，好不好？台山线那一个地段非常漂亮，谢谢。还有特别拜托主委，你刚刚有谈到慢城、慢火、慢死，其实台山线你那边有南庄，有山林，啊，你也比我更了解，苏潭可以一个，头屋可以一个，三湾可以一个，这一带你把它做成慢城慢火的地带，很快就成型。因为那个地方你走过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去参加选举了，对不对？是，啊、要不要经费多补助一点？我说讲到久，你嘛讲到大声嘞。这、啊、我虽然我只有3-4个乡镇是客家地区的啊。我知道这个，我拿的票都超过50，将近60啊！陈委员，这个意见，这个建议是非常宝贵。这个我们一定哈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都在那边，先在那个地方做出来，啊，让每一个人羡慕。好，你就大功一件，我这样暗示你，你就晓得了。谢谢。啊，谢谢，谢谢陈委员。好，接下来赖瑞龙委员，给他公聊委外。好，委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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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主席哈，请那个李主委哈。哎，主委你好，是吧？所以辛苦，我想早上有认真的听了哈，有些客家话不听懂，但我戴那个耳机来听看，我确实，你没有照着，其实你，我觉得你是把整个想法已经在你的脑子里，然后把，那我也看了你的报告了哈，其实。我想必须给李主委蛮高的评价了，因为我觉得你蛮用心哦。我也看得出来你过去的一些经验，不管在客委或在其他的部分经验，看来你已经很有想法的。从你的整个报告书，我个人是非常的认可了，哈。谢谢。好，谢谢。那我想在整个来谈这个之前哈，我先提一下，因为明天总统要出访了，他其中带了一个伴手礼是客家的东西啦。是。主委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你有推荐吗？这个是总统府哈，请我们客委会推荐的，哎，那么是我们杨副主委去找到的，对。那么这位作者呢，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是艺术品，而且也是很实际可以用的啊。那么这位那个作者呢，哈，是原来是六堆的子弟哈，后来他到好像苗栗啊，到台北，他在做文创产品。那么叫萧道印、是不是萧？萧立印哦，萧立印啊，对，萧立印。当时啊，当年他也是客委会一个叫做“逐梦计划”的一个支持、青年创业的一个楷模了、所以这个作品非常不错，可以代表客家、那也非常这个有那个艺术的价值了。所以我想这个很好，我想未来透过更多的一些好，特别是这种培育起来的一些哈。艺术家、让他们的作品能够帮忙让更多的客家文化 让全世界更知道，我想是很好的，我想 也鼓励主委可以持续来推动，其实这也是刚刚您提到的产业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产业。好，那在我昨天我看到一下这个金曲奖，昨天主委也很重视了，特别去颁发了，那其中中国大陆的歌手也首次入围这个金曲奖了，主委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昨天呢、有一位，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觉得从他们身上看到真的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那么有一位年轻的歌手说，其实语言不是障碍、音乐没有国界，音乐没有障碍、所以不管我用客家的唱，其实任何族群都可以听、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歌手他创作的源泉呢、就是他跟一个印尼、在印尼长大的客家人，然后回到他到台湾，他在印尼出生长大，然后到台湾，然后他现在跟他的原乡还是有很大的连结，所以他们这个创作者呢，就是跟着他呢去两边了解不同客家的不同，还有同时了解印尼很多的外籍新娘，这个甚至一些看护，那么到台湾的一些状况，他们从他们这个相处当中去作为他创作的一些基础，我觉得这他们对这个东西的关怀，
我觉得这一年轻人奖是非常非常难得，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诸位，其实我是很认可用音乐部分来做一个啦，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它的穿透力是很强的，包括整个客家在全球其实有一亿的人口啦，那如果用这样角度，其实也许用客家的一些音乐，其实它的穿透力上是相当强，那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客家的一些文化，这一块也是鼓励诸位，我看诸位里面也有带到了，其实我也非常认可，特别是其实像林声祥了，我想他的我不见得听得懂客家话或什么，可是他的音乐他的歌曲我就喜欢听，我觉得那个就听起来很舒服，那其实你在听的过程中你就会自然而然去学习到，包括刚刚在看到很多沉浸式的教学那个部分，其实很多也是透过这个一些，我看到很多县市的客委会也都用一些儿歌或者是一些创作，包括我知道像之前高雄市政府也跟林声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合作一些歌曲，创作很多的一些客家的歌曲，好让小朋友们去传唱，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学习客语很快的一个方法，很容易就融入了，不知道主委对这一块 的你的看法。对啊，现在那个沉浸式教学其实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你要先打开孩子，就是说学习的恐惧，那么最重要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歌谣，还有一些游戏，还有一些表演，所以我看到沉浸式教学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从这样的那个开始启动的，然后慢慢的就是说它变成可以连接到生活上去，所以他的学习课语的那种吸收的能力是会特别强。他是直接透过生活的一部分，他其实教学进入到不需要课本，对对对，就是对小孩子来讲学习新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己成长的经验知道最怕课本，一看到课本就感觉是说哇我又多了，好像在上课，好像在那个，所以现在就基本上不是上课，我教你这句话怎么说，客家话怎么说，不是这样，就是从玩了，大家一起玩了。我看了一下主委在昨天有提到了，你对于那个奖励的那个部分你是打算取消，我想确认一下，取消是1000元的还是其他的都会取消掉？都取消，对，都取消掉，对，那初级的、中高级的，我们都取消，但是这个要从明年开始，因为今年呢，它已经公告出去了，而且预算也已经编列了，所以我们今年是明年我们就不再编列这方面预算。然后同时我们现在预告说明年开始这一方面全部取消，但取消的原因呢，不是为了省钱了，没错，而是说我们要在上游的部分去改善我们儿童也好，或者是老师的学习环境跟教学环境。我想这个我很赞同了，就上次的大家持续上也提到，其实这几年这样的一个用奖金的方式，其实效益已经在递减的了，其实如果可以透过一个方式，那把资源更有效的一些应用，其实反而可以达到更好的一效果。我想请教主委，像这样的经费大概会可以多少，我看来多数是要转到这个沉浸式教学的这个部分嘛，大概会有多少的金额会整个过来这边？大概是1000多万、啊，1000多万，那大概会主要用在新的部分，用在哪些项目？教学师资吗？还是一些教材？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开始在师资的培训。师资的培训，师资培训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部分有相当的专业。我那天去看了整个的一个他们的教程，非常那个需要一些师资的一些培训。师资是最关键的，我想一个对于这些部分有一个好的师资或更多优秀的师资能够留在这个领域，其实对于是很大的那个。这样大概如果1000多万，大概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当然我们到时候是实际的需要，这个资源不会是只有1000多万，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在这个不只是因为高雄是去年的话是推广12所幼儿园跟小学嘛，那么在高雄市本身可以继续再去扩大推广，那么同时呢请这几个专业的计划主持人老师去培训老师，可以在新竹苗栗那么去继续推广，所以这个目前坦白讲你说要用到多少钱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因为我们下礼拜一才要到新竹去办说明会，找新竹县所有的小国中小的校长，大家共同来研商，共同来讨论。讨论之后，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哪一些学校初期会愿意那么这个投入那么因为投入后师资到底需要多少，我们要怎么培训，这个计划才会比较具体的出来的。好，谢谢。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那个从几个过去做过的看起来成效上是相当的不错了，我们也期待这个在全国来推行的时候会更有助于整个一些客语的一些文化。那再来我还是回到这个了，这个其实客家的很多优秀的一些乐团然后歌手，其实他们也常有很多在不管在国际间等等有很多的一些演出等等，我也希望主委未来其实也可以多多的支持这些的
优秀的一些音乐家或者是乐团，其实透过他们的力量让音乐传递出去。就像我提到，我本身不会听，也不会讲客家话哈，听可能一点点了哈，因为但是不会讲，但是我会透过音乐的方式去认识跟理解。Yeah.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了。呀、yeah. ，是啊，我们会这部分我们会将来会继续加强的。好，那再来是客家能力的认证，刚刚主委大概有提到了哈，这个指标的部分其实过去以来哈，这几年其实都有达标了哈，就是大概都有达到100%哈。可是事实上好像是这个设定的目标值哈，大家普遍有时候认为是不是设定的过低了哈，所以就很容易就达到了。这个部分诸位有未来有在重新思考吗？有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有几个可能的调整哈，现在正在研究当中了。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年大概考两次，一个叫做初级认证，一个叫中高级认证。但是对一般的民众来讲，他们会搞不太清楚什么叫初级认证，什么叫高级认证，好像觉得说，哎，怎么一下考这个，一下考那个啊？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去整合哈？现在正在请教一些专家哈，包括这个像那个托福啊，或者是多益的这些专家共同来讨论，是不是有可能合并成为一个哈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考试的方法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初级的部分呢，它是用数位化的考试。所以数位化考试呢，其实受限于设备哈、哦、跟学校，所以它的人数呢哈、哦，现在也在这个今年之外，到明年的话，我们要尽量去盘点，能够最大容量到多少？好、哦，那么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去进行。比如说今年我要求本来说我们要 double 成长，可 double 成长可能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能考试的教室没那么多啊、哦，因为这个教室一定要有电脑的设备啊、哦，那电脑设备还必须有一定的这个。那个水准品质以上，所以这个要做这个盘点了。所以将来我们这基础的工作我们会先做好。那么我们要求定目标，当然是一定每年至少10%以上的成长。好，其实我好谢谢诸位哈，我想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目标了。我想年轻人其实在这块哈，从过去的几个数据上面看起来，年轻人其实参加的多，但是过去比例上是通过的比例是偏低的哈，包括整个合格率也都是偏低哈。那其实包括年轻世代对于客家的认同这一块，其实也还是相对是薄弱，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的哈。因为年轻人如果对这一块是比较不足的，其实也可以看出未来是会是有很大的一些隐忧的哈。那如何强化年轻人这一块？所以刚刚也特别提到，为什么从除了刚刚提到那个沉浸式以外，其实从一些从音乐、从文化方面去进入，可能是年轻人很容易去接受的一些方法了哈。那包括这边资料里面哈，客家子弟哈，这个不认同客家身份的原因里面，其中不会听跟不会讲。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刚刚主委其实也有提到，那在2000年跟2008年的时候，我想那时候主委也在第一任内的时候，其实也大力的提升客家认证了，其实也有很不错的一些成果了，那也期待哈主委这个持续来努力了。那当然2010年后，逐渐下滑了，但这下滑原因可能很多了，也有可能是已经逐渐的比较达到了，那当然也可能是方法上已经。也去思考一些新的方法了，不过我们都期待着，有一些新的作为的部分，能够让整个这个客语的部分哈，能够有包括这个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果。那再来，我除了这个沉浸式教学之外，还有包括艺文平台，这个我都非常认同了哈。包括另外有一个也是主委里面提到的这个公式客语的部分哈，营造客家的一个环境的部分，这个部分主委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想法，大概怎么做？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啊，大部分都是用鼓励的方式、补助的方式哈、啊。那么，其实我第一次来报告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啊，可能要朝法制化了。所谓法制化，就是说，像我们在座主席在前几任立法委员的时候，提出一个好、啊，就是国内的航空器哈、啊，还有一些公共的，包括电梯啊哈，都必须要广播客语这件事情呢、啊，在立法院通过了之后呢，其实现在你看，所以。这个在航空公司还有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梯哈，都会有，包括高铁都有客语，所以期待在更多的未来一些公共的一些空间，对公共的那个东西，我们期待就是我们在研究哈。那另外一些比较客家的一些乡镇或区的部分的那一块的呢，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还是要用那个法那个就是在客家基本法下面呢，我们定一些可能实施的哈一些具体的办法。啊，用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规定哈，然后让各乡镇哈，然后各个学校、各公共场域呢哈，啊，可以有可以名正言顺的来实施了。啊，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补助的方式，补助的话，通常会有个缺点的，
他今年有些人很热心啊，他就做了，做了以后换了一个主管或主事者的之后呢，过两年他可能又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他没有办法持续了。但是如果有法律的话，那么我想规定的话，它会比较那个稳定一点。好，这个希望主委继续努力。我想补助长远上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啦，如果能够带动起那个一些不管是制度面的热，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效的一些方法的话，可能比较能够持久。好，谢谢主委。Okay, 好，主委辛苦了。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赖委员，谢谢。好，接下来李俊委员。啊，主席，各位先进，蛮请客委会李主委。啊，诸位好。你好，你好。诸位，我们每次讨论客家文化，那其实最重要还是语言跟文化的部分嘛，哈，这个是长期累积性的，哈，这个也不是说换了主委以后所有的都改变嘛，对不 对？我们来看，来第一页。所以客家基本法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就是客家的语言文化哈，那如何来繁荣客庄的文化，这个本来就是大家都照这样在做哈，那只是做的有没有落实的问题。对，来，我下面两张图，请主委看一下哈，看看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我们有客语认证哈，但是根据你们的统计分析，30岁以上的对客语的说的能力，老实讲是30岁以下的。对说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对，好、哦，比较差的。那再来下一页，那听的能力也是比较差的，是，好、哦。那这个理由是什么？我想这个理由是过去大概分成两个世代来说的，就我们这个世代就是大概以民国来讲的话，哈，差不多1955年、50年代的哈，这个当时进学校的时候，他本身母语都还非常好，因为他在家庭里面学到的。可是他到学校里面去呢？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讲自己的母语？所以而且禁止讲，所以逐渐的就是叫一元化的哈，这个文化政策下呢，独尊哈华语哈，那么成为国语哈，所以不管是喉咙哈客语，是原住民语言，其实都逐渐的消失了。语言逐渐消失之后呢，哈。他的族群认同也慢慢的。我主要讲的应该是差不多我们的年代嘛，对，我们到学校去，我们只准讲国语。对，我们这一代是1950年代，你是大概1960年、1960年、1970年代，好，差不多了、就是，所以这一代人哈，就慢慢的台语也不行。所以我像我们的小孩的话，基本上就比较不会讲了，就差不多30岁左右。对，所以我今天要提这个问题，其实哈，这不只是客家话的问题了。30岁以下的世代，其实说跟听的能力都比较差了。对，包括我小孩讲喉咙尾我实在是非常受不了了、那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研究过要怎么来解决？提供他们更好的适用环境吗？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一直在努力，包括鼓励他们来参加客家的这个活动客家的社团，参加客家的艺文表演那么，但是呢，我想这个部分的成效其实是非常的。其实主要是生活环境的关系嘛。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一进社会，我进学校，我进社会以后，我用到的就越来越少嘛，对不 对？包括我在学校，我跟同学他会讲客语，我也会讲客语，但是在学校里面就很少用客语沟通嘛。对对对。火炉会嘛，赶快嘛。对对。那主委认不认为说要透过法律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要规定我们在学校一定要有母语的选修。或是母语的必修，用这样的方式有没有效果？我认为这个一定会有成效，一定会有成效。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们有一些部分要朝法制化去做，会比较的长久比较各个不同的单位或者不同的人才会比较有一个依据。对，这个我跟你提这个的最主要目的是就是。包括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很多委员，包括其他委员会很多委员，我们。在前8年都跟教育部吵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母语一定要列为必修，那每天至少要一个钟头，那我这里提醒主委未来我们要跟教育部争取这个，不管你的母语 是原住民语言，或是客语，或是火炉维，列为必修，让小朋友有练习这样的机会啦，那 我看我的小朋友现在在学校里成绩最好的 是本土语言的虽然我觉得他讲的哩哩啦啦。好，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Okay, yeah. 那
主委，你最近提到说你们这个检定颁发奖金的这个制度要取消，那准备投入所谓沉浸式教学。是沉浸式教学，你能不能稍微说明一下沉浸式教学的内容是什么？沉浸式教学啊，基本上哈、啊，这个学生哈、啊、跟老师之间啊是互动哈、啊，还有同学跟同学之间互动啊，整个的情境场域哈、啊，那么希望至少用到50%啊的母语啊，那另外50%用华语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无法就纯。其实是提供那样的学习环境嘛。对对对。你如果在一个环境里面，你一天到晚在用，你就自然而然学习的快嘛，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营造那个客语的环境，嗯、包括在客家庄也好，非客家庄也好，我们要营造一个环境嘛，对不 对, 对？那其实现在在各个小学或国中，他们都有开始所谓的英语村呐、啊。对、哦，那未来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沉浸式教学也要有客家村这样的概念？基本上是这个概念没有错了，没有错了。所以它就是语言潮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这个地方、哦、这一堆、哦、有一个情境，就是说以客语为主、哦、这样的。那这个题其实也，那其实学习语言、哦、最重要的是环境嘛。对，你丢在那个环境里面，自然而然用嘛。哈、哦，像我当初去留学的时候、啊、全校就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嘛、啊哦。我那个研究所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我非用英文不可啊。好、啊哦，我英文也是那样进步啦、啊哦。所以其实所谓的沉浸式教学是希望营造一个客语的环境。对、哦，那我希望这个部分未来怎么落实？客委会可以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一个报告，好不好 ？OK， 好好，谢谢。好嘞，继续往下。那现在在你的报告里面提到一个客家南向交流计划，那个主委要不要把客家南向交流计划说明一下？这个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说，全世界的客家人里面、啊、在东南亚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包括在印尼，包括在马来西亚，包括在泰国，在林委员的柬埔寨有没有？柬埔寨也有，也有、啊，也有。所以其实东南亚很多的事实上也用到客语吧，啊、没有错吧？对对对对对。那你们现在所谓南向计划，就是利用这个部分，我们在南向政策的时候啊，希望客家语言也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连接，然后增进文化的往来嘛。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是客家南向交流计划，下一页。那客家国际参与增能计划是什么东西？国际参与哈，我刚刚也有报告过，就是说，因为过去哈，其实客家也算相当的国际化。可是，所以经常有国际啊、全球类似这样的一个客家会议，但是这个客家会议呢，基本上都比较哈、偏重在联谊。OK， 那将来呢，希望有两个方向要去加强哈、改变，就是把现在这个国际交流哈、这个提升。第一个比较有具体的公共服务的目标。我打断你一下啦。对，其实客家国际参与增能计划，这是马政府规划的。嗯、这是马政府规划。它重点在什么？重点在客庄青年、哦、到国外参加国际性的客家事务、多元文化，就是你刚才讲的、都在拜拜式的活动比较多、对对对、哦。那真正要落实的是什么？真正要落实，回到前一页，真正要落实的是所谓南向交流计划，如何借由彼此之间的往来，增加文化、艺术或其他的互动，对不对？那我现在要问的来，这两个，再下一页，这两个计划。哦、这个是你们105年度的预算、哦嗯、那客委会的这个客家、未来的客家南向计划跟客庄的国际参与增能计划，这两个计划你们未来的推动还是并行吗？还是你们要有所调整？还是整并为一个？不，其实、哦、这个南向发展计划跟国际增能计划可以是一起，但是方向不一定，就是南向是比较偏重在哈东南亚这些的客家哈，那同时当然有互相交流、互相哈真的部分有，但是其实我们也这个就是说，包括像8月哈，就英国哈伦敦就会举行一个全球哈客家会议，那么他们是这个全球的客家连接起来的话，他的我刚刚讲的目的是比较偏重在公共服务，好集结客家的力量，好跟当地的主流社会结合起来。然后进军哈这个国际哈这个联合国的 NGO 的组织啦，哎、哦，诸位我跟你说一下个人的观点，对啊，从我一个完全不懂客语哈，完全不太懂客家文化的哈，但是我关心哈，对，我认为未来的政策方向应该朝南向去推动，对，毕竟这里的客家人哈，然后我们又整个国家又要推动南向政策，用这样的方式结合，那至于
所谓的国际参与真人计划，这个其实可以列在南向计划里面的相关计划，除非它不是在这个南向计划里面，它是、啊、比如说在伦敦，在其他的，我们偶尔出去参加这类所谓、啊、有时候被形容为大拜拜的活动，这个我们也应该多参与了，这个我也赞成了。所以是不是未来客委会的、政策应该以左边的这个南向计划为主，然后真人计划列在这个南向计划的底下的其他的附支，那预算也应该这样编列吧？没有错吧？ Okay, 可以，我想这个委员这个非常清楚，我想这个逻辑非常清楚。我想我们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可以的意思就是今年的预算审查我们就要这样审哦。OK， 好，我先跟你讲、我先提醒你。哎，你现在说可以，就是说以后是以南向政策为主，那我们看预算，我们就看这个啊，对、我们就看这个哈、okay, 哦。所以我提醒主委，我是认为哈、过去的计划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新政府新做法，那我们就要更落实如何透过南向计划，让我们跟东南亚这些国家可以交流，然后客家文化可以宣扬出去，应该是这样吧 ？OK， 好，来继续往下。那还有这一个问题，又是客家委员会客委会最沉重的一个问题。哦，主委刚才报告了非常久、非常多的新的计划，未来的展望，但是现有的两个部分你们一定要处理，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家文化园区。一个在六堆，一个在苗栗。那以主委你的观点来讲，这个、你算回锅的主委，你认为这两个园区规划现在经营的如何？现在的经营我想在定位上比较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我想他扮演的功能哈，那么还有很多可以这个检讨改进的地方哈。所以我刚刚特别讲说，其实当时在规划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呢，那我们的规划其实在六堆的话，就我们不会以进园的人数多少来评估哈。这个因为我常常讲说，你这个纵使是你经营的非常成功，每天有几百台游览车在那边，可是呢，如果对客庄哈，没有带来一种提升的作用的话，那么客庄所感受到的只是脏乱、垃圾、空污、哦、所以没有带来任何责任。所以他的责任其实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是要带动临近、哦、那么客庄的繁荣、哦、那么客庄的这个那个。诸位，其实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重点。对，好、哦，我们包括北部跟南部的这两个所谓客家文化园区、过去经营的这个其实因为定位不清楚，对、哦、对，所以入园人数都很少，这个我们在内政委员会讨论过很多次了、哦、但是重点不在这里，而是这里有没有办法真正呈现客家文化。对，比如说现在苗栗也有园楼啊，对，它观光客也很多啊，但是一点都感受不到客家的氛围嘛，对，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对对，所以我希望哈、哦，我特别今天业务报告，我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就是希望主委重新思考这个定位在哪里，如何来经营，能够真正落实客家文化，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否则每年一段不断的投资下去，但是每年的效果都成效都不好，这个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好、哦，所以这个拜托主委哈。哦，对于这个部分，你们手上现有的，除了你未来要推动的新的计划以外，这个现有的也要重新来思考一下，到底要如何来经营。好、哦，拜托主委，谢谢。谢谢，谢谢李委员指教，谢谢。好，接下来林立常委员。好，这样的。主席，有请李主委。啊，林委员你好。主委好，记得上次跟主委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我们的预算解冻案嘛？是。那立常在里面也强调说，我们客委会的业务里面有新住民相关联的东西。是。那请主委帮忙去调查。在客家庄还是在美浓那边，还是在不同县市有客，我们客家庄里面有起新住民的，有多少？那我们有多少二代嘛？哈，对，那去了解一下情形。是。那其实我们这叫知道了哈，不管是闽南客家人还是外省人原住民，其实大家都很熟知台湾社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主要族群嘛，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族群的变动，就是加入了新住民，所以族群之间的互相的融合啦，还是互相文化上互相的交流，都是在台湾这边
已经出现的一个现况嘛。嗯，那因为立产的团队啦齁，也知道说我们在台湾其实有51万将近51万个新住民，那我们的二代就有35万嘛齁。那我们要知道新住民其实我们知道不是隔着自己一个族群，新住民来到台湾都是融合还是就是在台湾融入台湾的不同的族群，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客家原住民还是我们外省的还是我们本地的闽南啊都有。那上次跟主委讨论到，因为还达不到还拿不到主委给我的相关的数据，所以呢立产的团队非常我们的团队很急啦，自己就在美浓做了这样子的统计啦齁。那在美浓那边的国小，主委看一下齁，国小生我们在美浓里面新住民的孩子的比例有多少？大概28%，所以这比例上算高还是低？主委您觉得呢？这是不低，不低啊哈。那主委知道全国的新住民的二代在国小里面大概多少的比例？大概差不多20左右了。哦，你因为我们的团队看到的全国的二代占全国啦哈，国小里面的比例大概11%啦。对，那我们美浓既然是28，主委您刚刚是看这个数据去推嘛？其实不是这个，我过去其实我不这不是在讲，因为包括哈那天那个谁高志鹏，连一个三重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国小，这个可能是有两个不同的计算方法。你是讲说是新住民的二代在学生里面所占的比例，对，这个相当高，对，因为。那个主委，我这边对，这有20%有。我这边是在看所谓的新住民的比例，跟我们在我們全体新住民比例是没那么高，但是二代比较高。对，为什么？当然，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为什么会去看这个？因为我们去看到说，我抓美浓是我们进到美浓去做这样国小的调查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美浓是客家庄。是吗？是我的家乡比较，哎，您的家族最我的故乡，点力就这掉渣呢。谢谢你。那我们看到，除了国小以外，国中的二代占比例20%，所以这样的比例，您觉得我们美浓已经比全国的二代来得高？为什么？为什么那安呢？我知道吗？原因哈，我自己有一些分析了，但是因为未经正式研究哈，刚刚林委员提到的，就我们正式的研究哈、调查哈，是现在委托哈，那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全国客家人口的基础调查，已经列入调查的项目之一，所以这个部分会到年底哈，明年初啊，会有结果分析出来了。对，那么在我所了解哈，客家庄哈，不只是美浓了，相对的比例哈，是会比较多。对，那个我知道啦，因为我特别为着你在美浓做调查嘛，所以这个议题就这样啦，不是说只有美浓是最高啦。那我们知道美浓的二代比较高，我呈现出来主要不是说要去争议什么，我们只是强调让诸位知道这样有趣的一个议题啦哈，就是新住民嫁到客家庄，而且呢。占比例又是很高的，这样的方式，我们未来我们客委会这边对这样子的孩子，我们有哪方面的所谓的辅导跟培力？因为辅导协助他去适应还是学习我们客家文化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培力他的方式啦？哈，那立产也在这边再次呼吁啦，因为不能说，其实新住民在各部会里面相关的业务不能都推给移民署。对，那相关编列的经费不能看到新住民的经费啊，觉得跟这个部会没关系就全部删掉。我觉得不能狠狠的全部删掉，至少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新住民，其实在台湾，不管是在不同部会里面，都会有相关的业务相关的。不晓得主委，我这今天会提这个，只是拜托您多注意，然后呢，在这方面要多去推动了哈。那。再来，我们谈到主委您在报告里面谈到所谓的客家南向发展嘛，那在31页里面谈到所谓的南向发展跟发展计划，跟我们国际客家组织还有我们客家文化的新都，其实在
文字上看起来框了一个很大的愿景在那边了哈。那立禅想问主委说，这样子的业务是否有配合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下去推？所谓新南向政策，因为我们当然是整个的政策方向是有在方向上有一致了哈。但是呢，因为其实本来客家哈。这个包括您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客庄里面很多的这个新住民哈，其实很多来自东南亚哈。第二个呢，就是客家人哈，本身在印尼哈，在这个马来西亚哈，在泰国哈，包括您刚刚讲的柬埔寨哈，那么也本身就有很多的哈，这个客家聚落在那里。因为主委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给您一一的去谈了哈。如果那个主席给我半个钟头，那得再接着来导导讲。那立禅主要提这个是，其实我们知道，我在还没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就有在推所谓的新住民海外二代培力这个计划。那主要计划当时我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概念是希望新住民的二代去了解父母亲原属国的相关的体验在地的文化啦、语言啦，还是最主要的是让二代去跟当地的亲戚朋友把人脉连起来，这个是主要的啦哈。那相关这样子的概念，发挥二代的这样子的跨族群文化上的优势。对，这块立禅要提到的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政策里面，我看到很大，可是具体上要做什么、怎么规划，还有到底要怎么去执行面配套有做好吗？有的，我们在还是还在想跟各位，我们像最近哈，就会有一个团队哈。那么由印尼的哈那个第二代哈，那么带着我们的一些学术研究团队啊，跟那个张文那个是什么大学？交通大学啊，就交通下这研究团队哈，这个是由我们客委会支持的。那么到他的原乡哈去了解哈他母国的哈一些这个原来客家的族群的文化。好，这个部分是启动而已了，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么未来启动包括对当地的一些族群政策，还有这个大学的研究机构哈。会建立一种互相交流的关系，然后社区跟社区之间建立一种交流的一种关系。所以您是要建立交流，最主要的政策目的是交流，预期效应呢？预期效应当然就是能够比较紧密的连接台湾跟当地的一些关系。其实立禅会提这个，因为所谓的二代海外培力可能扩角到不同的领域里面，刚好也发现新南向政策很多东西都有扣紧我们当时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啦，我只知道说我们当初只是为了新住民二代去推这样相关的。对，那立禅会提到这个只是在让主委特别注意，那在相关的经费框列里面一定要注意到说新二代到底需要哪些，而不是只有印尼。因为在柬埔寨，我们在去年也有客家庄邀我过去柬埔寨的客家庄，就整个庄，那因为那个会长他们跟我们都有相关联，有邀我过去啦哈，因为时间安排上，我说下一次就会过去。那这块就先谈到这里。那我们来谈所谓的客家教育啦哈。那我们也知道所谓的您业务里面所谓的语言传承啦、客家文化的传承啦，那为什么年轻人不太想要讲客家话？刚刚也有很多委员讲嘛，整个年纪就往下滑，在往下滑当中，那比例上也一直往下掉了哈。那本席也要特别提醒，其实课语在国小里面已经在乡土语言里面叫做选修课嘛，对吗？那选修推得如何，诸位？我想这个成效不是很好了。哦，好。那您辛苦了，在不是很好的成效里面，现在又有另外一块哦，可能您要跟教育部多去讨论。您知道12年国教在107年进入课纲吗？对，新住民语的语言进入课纲，也是在里面的乡土语言里面的一环，也是选修课了哈。那立禅提出一个让大家想一下了哈，今天爸爸是客家人。妈妈是越南人，妈妈是柬埔寨人，那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要选修客语还是新住民的语言？注意，安内贝安娜，
这个就尊重哈，这个小孩子哈跟家长的意愿嘛。哇，那如果两个家长都很强烈的爸爸，因为我们客家庄的一些我们客家文化里面的一些家长会很喜欢嘛，希望孩子上。可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推语言学习，又很多妈妈希望自己学自己母国的语言。所以如果产生因为让孩子选修，两个阿公婆弯起来啊，看要怎么办？其实这个也是点出我们不是不可以不会发生的，因为在客家庄里面有那么多新二代，我们评估起来其实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族群，不只是在客委会这边会发生了、啊、可能原民会也可能会发生。那我们主委这边有去做相关的配套吗？因为我觉得说要去推一定要去做配套了哈。那立传会关注这一块，其实因为没时间再让主委继续去陈述清楚，只是说我们看到我们二代学习的语言里面，除了要学英文、学国语、客语还是新住民语，如果就您的管辖里面，可能国语、英文、客语跟我们所谓的新住民语，其实孩子会不会累到哎忝死？哦，遐济会不会造成他的困扰了？那立传在这边觉得说，这么大的所谓的推动的策略，强调新南向政策，我们蔡总统强调的，那我觉得说不希望说变成在族群里面的一个困扰。那立传在这边特别做提醒这件事，希望说主委尽量跟教育部那边去做适当的协助，不要造成到时候、哦、家庭革命，您也很麻烦。谢谢。跟林委员简单报告一下，好吧？就是说像这个语言哈，我们基本上不会去强迫说一定要学什么语言，造成啊族群之间哈。主委，其实这个我知道您不强迫，可是家长会啊。不，这个、家长呢、这个，其实我们也这个家长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我们会跟那个沟通嘛。所以立传才请主委说、哎、您要特别的注意，我只是提醒说您要特别注意那所谓的宣导，那跟教育部因为。这个二代培那个所谓的107年的新住民已进入课纲，已经确定了，在马政府时期确定的。那到现在我们新政府延续这样子的计划，那我觉得说延续之后一定要有相关配套了，不然到时候哈、哦，有相关的族群问题，可能您可能还要出来掰盖啦，辛苦您了。OK， 好，谢谢，谢谢林委员，谢谢。接下来，陈怡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主委、李主委。陈委员你好。主委好、哦，想请问一下主委哦，你有没有听说那个美浓区是不是有人要提议所谓的独立的部分？因为为什么这样问？其实很多学者有探讨过，认为美浓区应该跟屏东的那个六堆，其实因为他们原来是在一起的嘛，可是一起并入屏东县，那这个部分主委知道吗？清不清楚这一块？你说独立啊？嗯，因为有人开始在喊说，他们认为这个、可能不是叫独立了，对啦，这个叫文化自治区了，对啊。但是他们大家在外面的探讨的方式，他们就觉得说，哎，那我们要独立出来，我们不需要，因为原来就只有，譬如说六队的这个历史院，可能他现在分布的是屏东县跟高雄，有九个乡镇嘛，12个乡镇，那其他对，那八个的就在屏东县，所以他会觉得说，那是不是他们也应该就直接并到屏东县，或者他们应该要自己独立出来或什么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想请教一下，因为主委你应该蛮了解的嘛，所以我现在想问问看，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态度你也认为应不应该这样子？独立我是没有听说过了哈，这个包括因为我本身就是六堆的子弟的哈、但是呢会有人提到这个叫文化自治区了，那么文化自治区其实在人类文化学，就是说在像欧洲哈。对于语言的保存呢、啊，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它就是自治区啊。所以所谓的自治区，说在这个我这个范围里面哈、啊，在这边，比如说我是讲法语的，你英语是不可以讲的啊。这个是比较极端，只有这样比较有人比较极端，这个语言才能够长存下来了。但事实上，在台湾，我们过去也有很多的讨论了，这个可行性哈、啊，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文化自治区的。那个所谓的内涵叫规范，比如说
规范这里成为客语成为第一的教学语言或者通行语言的话，不排除其他的语言哈。我想这个题应该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接受了。所以你刚刚说可行性比较没有这么高，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合并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样的问题会认为这样子 的可行性会比较没有这么的高呢？不，这个 法律上当然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了。其实它最重要就是说哈，我坦白说了哈，这个东西对下一代，今天客语会面临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有请一个老师在做调查研究了。你如果在这个学校，你要纯粹全部用客语来教的话，也都有困难。好，这困难就是说，因为过去长期来讲，客语流失的非常多了。现在老师啊，纵使他是客家人了，他也无法用流利的客语来教小孩子了。好，所以光这个部分来讲，都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些困难的。OK， 那这个部分，因为等一下后续我们还在。就是谈到所谓就是客语直接就深入就是最基层的这个教学上的一个问题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关就是主委你说将客家国际化要深化这个交流活动嘛，那而且也要发展所谓的南向计划。那看起来现在就是说刚刚林委员有提到说新南向政策也好或等等的，那现在是不是什么只要计划贴上所谓的南向哦，就是政治正确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其实也不是，其实我们过去哈。对于东南亚部分的交流其实非常多，所以我们过去每年国际的交流里面的哈，那么到泰国的、到马来西亚的哈，还有到印尼的啊，这些包括研究团队啊，还有这个啊新加坡哈，那么新加坡也常常有一些客家会的一些交流嘛，都有了。现在只不过把它统合起来哈，统合起来，而且面向更广一些了，啊，因为过去通常集中在联谊性了。在联心，所以因为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大陆的福建跟广东，如果两个沿海省份，好像有很多客家人居住的这个城镇嘛，对不对？像什么永安、龙岩呐，这些广东的梅县等等哈。对，那这些城镇或县份，其实我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台湾的客家庄等有没有与这些大陆这些客家村的这个不怎么讲村落去结成所谓的姐妹市，这个部分有吗？目前？客家居的有没有结成姐妹是这个我比较，我比较不了解了，因为客会我们比较没有管的，因为这是有时候属于内政或外交方面的。但是我是说在文化的一个文化上其实交流是经常的。有没有是像一个客家村落的一个结成姐妹式的一个互动，或者是我是想说，是不是建议如果目前没有这样做，那其实是不是可以建议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或这样去做？不。因为说真的，其实文化是没有国界的。那如果说试着去打开这客家这条通道，譬如说先从沿海的福建、广东去，譬如说姐妹市，哦等等的，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去两岸去交，因为去搭起两岸交流的一个桥梁，其实有没有可能我朝这个方向去考虑，或者是去试着努力看看？不，这个部分本来就已经有在做。民间的团体，而且我们客会也很多的。我指的就是说，建立所客家村落的姐妹村落或姐妹市。客家村落那个主要那个不是我们客会哈，这个主管的哈。但是你们可以去推动或者建议嘛。所以我的意思说，这虽然不是你不我们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去推动哈这个东西，这个是一种自然交流的发展。而我们如果他们有交流上需要，包括参访也好或者表演哈，共同这个点我们客会也都有支持。都有支持去。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一再就是再度强调，其实文化是没有国界，其实这跟两岸关系其实一点就是没有这么的敏感性存在。那如果说今天可以透过一个建立姐妹市也好，或者姐妹村落也好，不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名义，可是可以促进因为文化而让彼此更有交流。其实我建议，其实客委会可以试着打通这一条通道。哦，那当然不是只为所谓的政治敏感性的角度去看它，而是如何让所谓的交流可以真的。没无国界而去搭起一个比较良善的两岸交流，我觉得这是因果的一个关系了。所以我希望在你的任期内，是不是可以试着努力看看呢？这个不，我们不排除了。所以我说，我们过去其实一直哈，包括我们很多的研讨会哈，那么都有邀请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来。那么事实上，现在对于所谓的客家，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客家的源流啊，我们都讲说客家源流叫做五胡乱华哈，一群的这个中原人士哈四处迁徙。其实这个讲法是被中国大陆的学者推翻的了，
其实客家族群的孕育哈的形成啊，是在大概五百年前左右，在闽西哈、赣南哈、粤东哈这个区域的丘陵地区所孕育形成的。这个是目前为止在国际上比较被接受的部分。所以现在台湾的客家有很多是来自于那个部分，东南亚也有很多是来自于那个部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刚刚听到你说你不排除，然后也愿意去试着努力看看，我觉得其实就希望在你任期内其实是有好消息，因为就是所谓文化无国界，不需要样样的两岸交流都要画上所谓的政治敏感性的一个等号哦。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关那个客语认证数据的这个部分哦，因为我们新政府在客家政策，譬如说以复兴母语文化推广、社会照顾、振兴产业都是为一个主轴嘛。但是呢，同样的就是复兴母语的部分，看起来好像跟旧的政府犯上了同一个毛病，就是还是掉进客语认证的这个数字上，似乎没有看到这个盲点哦。那主委，你也在你的报告有提到说，客家人之所以对自己的客家人的认同度不足，主要是因为不会讲或不会听客语。那尤其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嘛，就是说会跟客语或者会用客语去跟长辈沟通的可能不到20%，然后呢，拥有客家血统的，但却是50几岁的才要学客语的私语一族，如果不是因为从政，有可能他也不会去学客语，就是没有他一个既定目标，他可能也不会想要去学客语。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请教，如果您已经看出这个盲点在这里，那为什么要一直执着在提升客语认证的这个数字，到底这提升客语认证数字到底有什么多大意义存在？我想了解一下。客语认证当然不代表一切了哈，但是我们要验证哈，就是说我们推广客语的成果的指标到底是什么哈，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哈。那么客语认证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借着客语认证哈，因为客家的话过去传统哈，它是被定位成方言。所谓的方言就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哈，叫做方言哈。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客语认证哈，那么集结很多的专家哈，来把它客语文字化哈。所以这个是客语保存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这是客语认证真正的精髓所在。所以你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推动客语普及化，这才是实质。对，那当然，那当然了。对，所以我希望说，就是说，而且我想请教一下，就从1999年那时候客语认证应该是最高峰，有15546人去参加这个认证考试嘛，那后来就是逐年递减到104年，只剩9853人。对，那中级及中高级的认证的报名情形，现在也是不断递减吗？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它递减的原因，不知道主委清不清楚，以及未来如果知道了它递减的原因，那未来主委这边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善？我们现在在分析哈，过各地哈，这个就是说客语认证报名参与的情形哈，在做统计分析。比如说哈，我们初步掌握这个，比如说像新竹县哈，是一个非常这个客家大县哈，但是呢，它参与客语认证的比例呢哈，相对来讲比较不高哈，所以像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跟当地的政府哈，还有各级学校哈。那么共同来合作，然后加积极的去推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之前这个我讲的沉浸式教学，我们要广为推广哈，让我们的小朋友哈，我们的小学生呢，对客语有兴趣，而且愿意学，而且他学了之后愿意去接受这个考验。他不是为了，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他可能去学客语，去考客语认证是为了要加分。我不知道主委你知不知道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没有加分。不是我的意思说，在学校的成绩，譬如说在学校上的排序，或者是领奖状或等等的，那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初衷嘛。所以我初衷鼓励奖状是可以的，但是用金钱不要本末倒置。对对对对对，意思是这样子。用金钱我们是比较认为他们没有用金钱，就是一个荣誉感。但是在未来的譬如说在学校的一个争取奖励的一个方式，会变成变相会导向是这样。所以我不希望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才问说，那如果未来对于客委会对于通过客语能力认证，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更实质的帮助？譬如说，对小学生可能深入让小学生开始懂得说要怎么说客语、听客语，是文化上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
教育，那包括说可能是工作上是到底对这些客语认证以后在未来的工作连结上或者说工作前景上可以让这些去考客语能力认证者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更实质的一个帮助，就实质性的东西。 我知道为了那个认证而陈委员这个问题就问到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刚刚有几位委员也提到，我说所以期待我们现在在研究说，其实我们在上一届的时候我们就讲的就是客家基本法里面希望能够去有一些规范，规范就是说你在客家重点地区客家庄希望客语成为是一个公示语言的必备语言，而且第一优先。简单讲说，假设说你有通过客语认证你才能够客家庄去客家庄，不管是当老师、当警察，或者是当公务人员，你必须要通过客语认证初级认证，你才有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就变成它是一个有用的语言。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升学，像十二年国教现在全台湾只有高雄市超额比序里面，它是承认这个客语认证的比序的，是可以加分的。那我们也现在在努力跟其他的县市。因为这个部分是县市在主管嘛，所以我们也希望列入能够通过语言的认证，其实包括客语，现在闽南语也有认证，原住民也有认证的。像这种语言的认证我认为国家政策上应该重视，那么希望他们也能够列入未来十二年国教的时候这超额比序里面能列入加分的一个范围了。所以主委，我希望就是这就是我要所谓的实质上能够去达到做一个客语认证的一个目的跟作为哦，就实质上到底能够给这些去考的认证者能够什么，譬如说工作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帮助。那最后我是想问一下，因为有关那个浪漫台山线的部分哦，我希望主委还是能够关心一下，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一直在谈蔡英文的浪漫台山线了哦。那但是现在台山线好像峨眉段也被乱到废弃物哦，那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客委会是不是还是跟相关的主管机关去表达一个关切 ？OK， 好，谢谢，我知道，嗯、好，谢谢陈委员，谢谢。那接下来徐增瑞委员，主席好，麻烦我们的主委。徐委员你好。主委好。首先、真的是对于我们主委的对于推动我们的客家的精神还有推动客家的文化的坚持还有认定非常非常的敬佩，不再以成本考量这个经济效益考量还有我们参观的入园人数来考量，所以因此在刚才在本席在听我们的询答的时候，对于南北两个文化园区的认同的部分，这个本席非常非常的敬佩。所以呢，未来希望在各部会横向的沟通的时候，也把这样的想法给予我们的原民会的主委以及我们交通部的部长，希望是这样子，让这个整个理念照顾花东以及照顾比较偏乡地区的这个民众，能有地方也有管道能代为发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本席一直强调，其实花莲呢、花东两县其实正是应该真正是这个转型正义能发生的地方。尤其我们看看昨天我们的这个铁路又断了，那六月三号才发生一件，昨天六月二十二号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其实苏花改也断了。我们的南北的铁路也断了，所以真的花东两县就是一个孤岛。所以在这里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倾听，也能看重花东两县的乡亲。好，那在这里真的是谢谢诸位其实客家的资源一直都在，客家的老中少青不断的在努力，这么多年的客委会在各个地方各个乡镇来扶植来维系客语的文化以及精神的传承，所以这些能量都储备的都在的，但是如何把这些能量
这些组织把它整合起来，在这里就是有赖于我们的主委。那在这里其实主委相当的重视花莲台东，在您的任内现在大概一个多月了嘛，哈，到花莲据我所知微服出巡，我这个本席就不晓得了哈，但是在正位所知里面应该有两三趟了。那当然对于凤林的关心，对于我们吉安这个对于我们凤林慢活城的关心的部分哈，这个我们这个花莲县政府中办的赖主任以及我们的刘清松刘主任也都有这个感到非常的感谢，以及他提出来的这个我们凤林镇的文化馆的部分十几年都未更新，所以希望来更新。那时候这个我们的主委也当场的允诺华联县政府我们的中办的主任刘清松刘主任说，这个5-600万这个一定好来编列来补充来充实我们凤林镇的文化文物馆。那这里在这里真的非常的谢谢。好，另外就是我们有关于刚才讲的我们的浪漫台三线，以及我们的这个报告书里面写的我们的纵谷这个纵谷线的部分，未来要整个如何去将其他的重点把它串联起来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本席想请教一下，不晓得主委您要怎么做才能真的把这些资源都在如何整合。其实我们不要说了那么多的空话，其实务实是最重要的，才能让我们的乡亲有感。本席想在这里让我们的主委您发挥一下，如何将我们的纵谷的部分好慢活的部分如何把它整个串联起来，以及我们吉安号课程一二级还有我们文化园区以及买烟楼到我们的凤林的文物馆校长梦工厂所有的这个客家的据点里面如何点线面整个串联起来，请我们主委回答一下，谢谢。好，谢谢那个徐委员的指教哈。那么台东花莲哈本身条件都非常非常的好哈，那么它不只是哈自然景观哈，整条公路哈沿线呢都非常非常的美，而且最重要是每一个聚落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文史工作者哈，其实真的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可爱哈。他们比如说像凤林哈，上次我到凤林去呢。啊，不止那个刘主任啊，刘清松啊，他还这个召集了附近很多哈，有的是从台北退休回去的哈，有一些文化人哈，这个我觉得是要营造浪漫哈，这个气氛哈，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让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涵呢，哈，要能够去彰显出来，要能够充实哈，是的，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的工作我们会先做哈。那比如说前一阵子像池上哈，台东的池上。有一位大作家哈，就是蒋勋哈，那么在那个地方驻村一年哈，驻村一年之后，他把池上的美哈，那么包括他的人文呢，啊，他透过他的笔哈，透过他的眼啊，去把它描写出来，他就累积了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内涵，累积了这个乡镇的故事哈。那么我们要鼓励慢行哈，慢活慢游哈，其实文化故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除了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无形的资产哈。另外是有形的方面呢，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地方客家先民从开垦哈到现在整个聚落的轨迹啊，有一些地方就可以去呈现哈。那么让大家也这也是一个这个城市的一个等于说非常动人的故事了哈。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每一个地区不同的有不同的特别的产业，这些产业如何把它哈。以当地的文化为底蕴哈，怎么样去把它设计行销哈，到这个产业能够去发展哈。所以我想大致上是人文面向、环境面向跟产业面向，我们都会去是一一来规划。主委，我本席已经给您的三分钟了，谢谢，就不好意思，我也牺牲了三分钟了，所以在这里啊，其实您说的就是本席刚才讲的资源都在。怎么样让它落实来推动？对，那其实文化的底蕴，地方的人士、文史工作者都返乡都回来了。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台湾第一座漫游城，您知道是在哪里吗？
凤林。是的，是凤林，是由我们凤林一个小女生，一个这个台大外文系的小女生，对，她到意大利去极力的争取。其实这也是一个年轻人返乡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凤林镇有这么多的耆老，这么多的有心人士，还有文化工作者在努力，所以投入了，那个热情是被激发的，所以凤林镇成为台湾第一个漫游城，好，漫游城市，这也是在我们的103年的时候，后来陆陆续续，现在台湾有4个漫游城，那所以其实在花莲客家乡亲的内聚力是够的，但是如何整合，如何加大力度，这就是我们客委会必须要来协助支持的。所以地方政府不断的在努力，希望将这些原来就已经培育的这些能量让它凝聚住，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客委会您要来支持的，我们的吉安的好客城，我们的买烟楼，还有我们凤林的文史以及我们的文物馆的部分。所以在这边是不是主委您可以允诺，在这些的硬体的建设真的必须要让它落实，你这些内聚力，你这些培养的能量才有一个平台能够展现，是不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北部南部都有一个文化园区，是不是在花莲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点，这么多的线以后，你我们这个面是不是把它整合起来，好，这个文化园区的部分。另外本席要说的文化园区的部分，拜托请我们的这个主委来支持。另外本席要说的一个是花莲的客家族群跟我们西部的客家族群有什么不同性，我们的客家族群是属于二度的二次移民，是从我们桃竹苗移过去花莲。为什么？当时有它的历史背景，就是因为新竹大地震，所以在新竹的时候，那个龙腾断桥那个部分，在新竹的这个桃竹苗的部分，就因为这样子离乡背景，完全的抛弃了西部所有，到了花莲去开垦。再来一个的移民的背景，就是日不日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有一个移民村，有几个移民村在花莲，所以他必须要带很多的工人，像到我们的凤林，我们的摩尼萨卡万荣乡，像吉安的吉野村，其实这些都有二代的这个移民的背景，哦，所以这个跟西部是完全不同的。另外是他跟当地的我们的闽客以及原客，这些的整个生活的融合，所以你可能到很多的部落去，你会发现我们部落的族人是会讲客家话的。我们在闽南的这个乡镇里面，闽南的这个地区里面，也很多人会讲客家话，还有我们的客家人很多都会讲原住民语以及我们的这个闽南话，所以这整个客家的这个第一个语言的融合、生活的融合、食材的融合，所以让花莲的客家族群是完全的不同，这也是它的特殊性以及它的历史的严格性。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花莲的客家的属性是可以走出不同的路线，所以在这里请重视二次移民的客家乡亲在东区发展的历史轨迹，还有它的历史的底蕴。一样的，本席还是这么说，资源都在。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十三乡镇那个客家山歌班，不断的每一个月他们都轮着到每一个乡镇去做客，还到关山池上路野。所以其实他们是多么的开心，有胡琴班，有山歌班，那个资源都在。年轻人会回来 到我们的客家族群的领域去协助，也都在，只欠公部门的看重和资源的投注。这个部分请主委大力的来支持。所以在东区的我们的文化园区
请支持以及所有本席提出来的所有的这个我们无论是这个经费的挹注的部分，以及现在本席知道我们现在要推一个这个重谷毫米的部分的专案，现在也在招标中。好，那以及花莲县政府以及我们的重管处在做我们的这个重谷漫游城的部分，嘿，这个县其实观光县政府还有这个中央的这个交通部都在合作。我们如何将横向的将客委会、原民会的资源再挹注？本席想一加一大于二、大于三，甚至更大加成。请诸位可以是不是可以稍作时间来做答复 ？OK。好，这个谢谢这个徐委员哈，就是有关于吉安、花莲哈，还有凤林哈这些案子，有的他们已经有提了，那么我们大概近期内就会做一些审查哈。那么那有的还没有提，我们也请他们哈尽快提哈。主委，哎，这个本席插一下话，其实哦，我这样讲，520之前提的案子到现在目前都暂且停住的，进度非常非常的慢。在这个在我们的县政府的这个答复里面是都进度几几乎是暂停的。这几天都在审查，这几天才在审查，已经开始在已经在审查。那个像那个花莲那个是27号嘛，下礼拜就会进入审查。对，所以所有的案子27号会开始做审查，就这个礼拜所有的案子。是所有的，不管是不止花莲，就全台，就那个有关于生活营造哈，就是这个部分的那个案子哈，都这个礼拜都会在审查程序当中。哎，是好，那就麻烦给这个后续的状况以及进度，就麻烦给本席这个书面。好，另外就是哈，这个我们有关于青年返乡的部分，您要青年哦，这个有热忱、有理想、有抱负，也要喂饱他们的肚子，让他们得以照顾家庭。这个本席提供一个小小的参考，我们水保局哦，其实有在社区发展协会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方案，他们这个有一些经费是挹注青年返乡给他固定薪水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孩子有热忱，第二个你必须要让他家庭得以温饱，他才有可能回来返乡，才能激化他聚集西部的孩子继续来返乡。所以这个部分要鼓励，也要有这个希望，才会有推动的更长远、更长久。Yeah. 好，在这里。OK， 这个部分我们有在那个规划。是，哎，有在规划。谢谢诸位，谢谢主席，谢谢。Okay, 好，谢谢。好，那个休息十分钟好不好？主席累了，好。
是在你那边、啊，这里好，这个拿一下，对，这个好 ，OK， 这个老客，我们都对。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洪忠义委员。来，主席、各位委员，请我们的李主委。那个主委，洪委员你好，主委好，是主委，你可以用客语讲一下，你累了吗？喊州的了，喊州的了，好，谢谢哈、哦。好，那个主委，我想啊、哦，那个刚刚听了你的很多报告，那本席哈、哦，再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在客家基本法里面客家人的定义你可以再说明一下吗？客家人定义就是第一个内涵就是你必须对认同了说你我是客家人。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跟客家有那种关联性比如说你的爸爸或妈妈或者你的阿公阿嬷其中有一个是客家人然后你也是客家人 你也认同你是客家人。对，那个客家基本法里面就是血缘。还有渊源嘛，对，还有那个自我认同嘛，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对。那个依你们目前手里的资料我们全国客家人大概多少人？就是以客家基本法里面的定义的话，有大概420万。那我们彰化县，你们知道目前现在是多少人吗？彰化县推估的话是大概是72000。72000哈。对。好，那个主委。那你可以来说明一下怎么去分辨客家跟福老客吗？对不起，客家跟福老客要怎么来做区别？福老客就是说他早期也许可能4、5代、5、6代以前是客家人，他们知道，但他们经过几代之后，因为在这个闽南地区或者是就非客家地区了，生活以后他这个客语也不会讲了那么。但是他还认为他也是客家人，就叫福老客，所以他们这个也是会有自我认同嘛？对，也是有。那你知道那彰化县如果福老客也算下去多少人吗？福老客哈，我们在过去哈，在20，刚刚有个福老客，我们在从2006年哈开始有连续好几年的调查了，那么是没有推估多少人了，因为很难推估了。但是我们有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田野调查，如果广义的推估大概是9万多人了。诸位，这个数字差很多啊。那个我想那个诸位，福老客吗？福老客彰化县大概跟客家加起来大概是23万多，将近24万人哦，这个数字很大嘛。所以我觉得诸位你应该多到彰化去走一走嘛，可以吗？可以，谢谢你。那主委，本席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是你邀请本席去参加的呢。就是这个礼拜六早上9点啊，这个2016彰化县福老客文化研讨会嘛。是你邀请我去的啊。这一场你会去参加吧？不，这场是因为我们有补助所以有客委会来这个有具体邀请，所以主委因为这个本席讲这么多本席就是希望让你了解说我们彰化县有将近24万的客家人，是，那也希望你用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呐。OK，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谢谢，一定会。礼拜六你不一定会去嘛？礼拜六因为行程，所以昨天本席遇到那个邱颖委员，本席还很高兴跟他说：“邱委员，你哪拜六要来玩彰化馆呢？”哇，这个我想他就不会去了啦你也不会去嘛？本席也是要邀请他到彰化县的。谢谢你，谢谢。好，那个主委，我想本席已经让你知道我们彰化县有这么多的福老客。那其实这个彰化县在2011年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这个统计数字其实现在彰化县有两次的客家移民史嘛，一次大概是300多年前就已经移到彰化县的八卦山路跟西边这边的，就是现在的福老客了。那另外在大概100年前日治时代这样子移过来的，大概将近目前还有6000位。那这6000位包括说他们现在保有客家的语言、客家的文化，那有一个国小就是目前彰化县唯一客语生活的学校，在那个彰化县西周乡成功国小的西畔分校。
那个彰化县溪洲乡有一个诗人吴胜吴老师，是，你知道吗？我知道，所以到时候你来拜访吴老师的时候，也一起到这个学校来看一下现在保有的这个客语生活学校，真的很棒。好，那包括说，你可以说明一下客家诗有什么特色吗？客家诗就是朗塞那个客家诗，那个方口诗，哎，这个哎、欸、方口诗，这个学校的小朋友现在还在表演这个呢，好好，非常棒啊！本席有看过啊，是，是，所以本席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刚好这个溪洲乡就是在本席的选区啊。那这6000位的客家人哈、哦，有5700位哈、哦，都是在本席的辖区这个选区里面哦，所以本席才在这边很慎重的邀请主委可以到彰化县来走一走，这样好吗？谢谢洪委员对客家乡亲的这个重视跟支持啊，那么我一定会去的。好，我们时间好，我们会跟好那个洪委员来联络。好，那个主委，那本席刚刚有送一个邀请函给你，有，你可以念一下吗？就是念上半篇就好了，好不好？上半篇这个标题，彰化西南角，渔火海之味，美食飨宴。国宴小吃，邀您共享。那时间呢？时间什么时候？时间105年6月24日，礼拜五上午9点半，就是明天9点半啦、啊。所以本席哈也是邀请主委你来，但是主委你知道本席要讲什么吗？其实本席翻了你今天的业务报告哈、欸，里面只有讲到，包括说你重视的这个我们，我们那个客家新传师的制度。重视语言、文学、歌谣、戏剧嘛、嗯，对不对？这四大项。对。可是本席发现，怎么没有美食啊？怎么会没有美食？在你的报告里面，业务报告里面，只有在第14页的部分提到客家米香。对。第19页有提到美食研习班，客家美食研习班了、啊嗯。那你可以说明一下，我们有哪一些客家美食可以来推广的吗？你们的网站里面有。有客家美食的推广、啊，包括本席看的都一直流口水 啊！这个我们包括客发中心，还有我们产经处哈、啊，每年也有一个美食比赛啦，哦、啊，还有美食这个训练班，还有客家餐厅的认证哈、啊。那么我想客家菜非常非常多了，就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哈、啊，都会去这个推广。没关系，你可以简单举例一些比较好吃的美食吗？比较好吃的是、啊？比较好吃，你简单举例就好了。好注意讲啊，好注意讲。这个每一个人口味不太一样，要是我叫做客家冯勇啦，啊，冯勇都是就是那个这个叫控马啦，控马，哎，控马，客家的就跟笋干哈，啊，还有那个、啊、这个那个福菜一样，咸菜哈，哎，琼卡煮的哈，这个那个客家菜，还有姜丝炒大肠哈，客家小炒了哈。还有凤梨这个木耳了哈，凤梨木耳就西文西草了哈，西文西草都是客家比较经典的哈一些这个菜了，嗯，那个诸位，我想啊、哦，文化里面美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席看了你的业务报告，哇，没有美食。所以本席在这边，下次我们加强的。对，本席特别提醒主委、啊，我们会在现场准备美食。对啊，那你可以也到立法院来办一下美食展吗？是，好。那个陈颖委员之前也办那个原住民的美食展呢，也很好吃啊，是不是？我们客委会最近到立法院这边来办一下美食展，可以啊。这个我们可以跟看哪几个委员会。其实，在大概3个礼拜之前哈、哦，那个陈赖委员他有推广桃园的客家美食了。好，我们也许可以这个跟委员合作，不同的地区的可以扩大举办啦、啊、好不好？那个对啊，扩大举办，一起来举办，对，好。那另外哈、哦，那个我想哈、哦，这个，我看你们的业务报告里面哈、哦，你们刚刚也有提到歌谣嘛，嗯，那客家歌谣啊，你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我记得那个520就职那一天，那个蔡总统就职那一天，那个铃声响，客家歌手他唱歌非常好听啊，对。那你可以再说明一下那个客家歌谣吗？我觉得你的业务报告里面也没有讲到啊，客家歌谣很重要吧？客家音乐人很重要，非常重要，对。它有比较现代创新的。你的业务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啦。哎，对，我想哦，你就职1个月而已嘛，哈、哦，其实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了、嗯。那你也是老手哈、哦，其实我在这边问你哈、哦嗯，应该是班门弄斧了哈、哦欸。但是本席只是简单的
讲了一下，列了一下哈，希望说哈，未来的业务报告哈，可以更充实、更精彩哈、包括说可以把本席刚刚所讲到的美食来加进去，本席刚刚所讲到的这个客家歌谣，也可以来更多的更充实，这样可以吗？好，谢谢，我们下次这个会改进。好，谢谢，那主委就这样子啊，哈，谢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那个客家菜哦，讲的菜用讲的太抽象，但是也不能凹，也不能凹行政部门来这边办呐、哦、那个本会做成决议，请邱莹委员办一通了，到这时候。对对对，我吃过嘛哈、哦，以前吃过，以前吃过，好，谢谢。好，庄瑞雄委员。主席长，各位委员，我请我们客委会主委哈、啊，李主委。委员你好，主委长啊，好，我想啊，这个主委上任以后啊，你也一直在强调说客家文化它其实要去延续啊，哦、那很多活动我们在举办，很多计划我们在执行啊。那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啊，我曾经去咨询过客委会啊，说我们的整个逐梦计划啊，那个本席看起来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啊。那后来咨询完了以后呢，我反而有一些感触了，我反而觉得，反而是我在咨询到喜马拉雅山去主板条那个，跟后面的比较起来。还好了一点点，因为至少去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至少还要带个板条去煮。后来我发现这就怪了，怎么到最后是去到法国的酿酒的，去芬兰去找圣诞老公公，那个申请完也就算了，可是讲完以后啊，我又发现这个整个计划不严格做一个监督也不行。你比如说啊，主委上来以后，把整个逐梦计划把它改成这个蒲公英计划嘛，哈，不是这个在之前他们就已经改了，啊、对，在去年，现在变成到最后变成蒲公英计划嘛，是是。可这个蒲公英计划里面呢，我发现呢，这个海外服务行动这个部分呢，这个计划里面呢，我还只看到啊，刚才看到几个名称啊，计划到底是什么，也一样，到现在都没有公布。我在这边要跟主委提出一个提醒啊，这公提醒啊，公阿派电话给警告啊，会出事情的、啊，会受到抨击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计划。为什么呢？我要查查，要注意力要看哦。你看这个105年的蒲公英计划，2016的海外的服务行动计划，决审录取的团队出来了，刷了后啊，你那特优哥。钱开了，特优还有奖金20000，优等10000，哦，佳作这个都有钱。可是本席去看呢，照理来讲，这应该在决算里面讲。你去法国去做甜点的，或者去畅游欧洲的，一堆呢，去鹿特丹、柏林、巴黎、哥本哈根、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去看电影，这拢会使呢。你看喽、哦。欧陆电影地图，我看到这观众给捞去挪，你知道吧？一个计划如果让人向往，这很好。那让旁边的人羡慕，我这个想象空间无限。可是老人给你干掉，讲你钱我白开啊，这个就不好了，这个都是争议的。你看，嗯，这个作者很好玩哦。邓海郎签了波卓人公哦，我很多地方啊，城市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哦，但我久已耳闻，他们各有不同的影展，各城市不同的气质，对他们有不同的想象。啊，这个是什么？你敢快看？今天可以对，你知道吗？没有柏林的环宫啊，那德文呐、啊，叫做 Berlinale Palast， 较早是环宫啊，现在叫做歌剧院呐、啊。
那翕起的一张图片，你知影哦，主委，那个就是前面往后拍啊。欧元即嘛一块兑换台币偌济，知道？还几块？四十几块吧。四十几块啊？迄一张票要八十五块啊，欧元。享受呢，我不爱骗呢，来，过来甲看一下。欧陆啊，你去到对，拢咧坐搭渡轮去阿姆斯特丹，哦，去参观迄个上新潮的爱斯电影中心举办的舞动影展，哦，咧全世界上好，拢伫遮。啊，去荷兰皇家博物馆，哦，拢去这。啊，过来，哦，我去巴黎车站，我伫欧洲各城市间穿梭旅行。你讲到你就忘记，我来讲，注意这些事，怪怪啦吼。过来，你注意看，啊，火车坐咧，好为哥本哈根去。啊，你看，我透过来，这股来啊，这股我看了，很多人看了就火大了。我透过这个逐梦计划，逐梦人有机会踏上逐梦的旅程，实地去参访鹿特丹、柏林、布拉格、巴黎、哥本哈根的影展、艺术机构、美术馆，吼，去到遐，美食有诶无诶，怪怪啦。如果讲过了，恁嘛是搁安尼啊？迄无好啊！恁拢一体啦，你搁注意啊看咧。到尾啊，你出来是安怎咧？有没有报告回来？有啊，一本回来了。欧陆电影地图啊，一个计划完了以后的，就是讲你要去。把你的感想写一写，或者什么心得带回来，我都没意见。但是我请问，他提供给客委会，我们补助了这笔钱，啊，我们客委会赚到什么？很奇怪。如果我们要讲，你到喜马拉雅山煮个板条，我都社会大众就不能接受了，但至少要带个板条上去啊。啊，你这个当中无咧，怪怪啦。哦，好不？这过去，但是。因为我看到新的计划里面，敢那一个，迄、那个头尔，计划名称尔，伊无你赶快无公布计划嘛？我顶个讲的是讲，要信了，要补助了，应该是把那个计划，把它也顺便，让大家知道会比较好一点。来过来看了，免紧张，你注意看。啊，过来这个啊，补助225,000的主委，我保证你看了，你也赶快来汇多啦。异乡客。法式甜点学习之旅，大家拢要逐梦啊，这拢就好啦。那几堆呢？巴黎啦，啊，第二张你也看着，啊，这堆你，这你捌去过无？那凯旋门呢、啊？过来，我搁你看香榭大道啦。你看有遮好个，啊，有即落，恁客委会拢要补助即落，对吧？啊，尾来转来是啥？计划是啥？你敢不知？即本伫遮，补助了225,000。最后回来是说，客家弄一个雷茶马德雷，雷茶是咱客家的哦，干哪安尼尔？伊就给写下来啦，讲我得去看什么人吼、哦，我得去香榭大道啦，我得去巴黎啦。我看我们吃了美食，吃完以后，我发现什么很好吃啦。我、哦、客家的，我把雷茶这个刚好可以写到雷茶特有的花生芝麻，有绿茶的香气，伊就改讲无盐奶油75克。糖75克，唔知一堆抄来了对啦。啊，泡打粉2克，客家擂茶粉哦，多好一股。啊，那22,000个，这种计划哦，本席以后觉得不好啦，真的不好。2015的何高仔，就是过去的政府这样做，啊，你起码顶住至少，恁同仁嘛拢赶快无换嘛，啊，冇跟恁讲过嘛，啊，恁个做这个都新这个计划出来。这些委员听，我在听，我看他的报告里面啊，评审委员听了这些年轻朋友这样的一个计划以后，讲感动的痛哭流涕嘞。我想无嘞，恁的评审委员是安怎请的？本席会认为说这些不是不好，但问题是跟业务的无关系嘞，能带回来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要真的要特别的要求啦。注意要那个钱真的要花在刀口上，让年轻人出去，让他更有视野，这个都是好事。可是总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不好啊！因为我第一届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嘛有跟我讲过啊，
你阵甲讲第一批，今年第一批要去日本，啊，要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迄部分呢？迄是要去那几个国家里面去实践客家歌谣语言文化的推广呢？啊，这无啦。这若要去香巴黎香榭大道诶，要去凯旋门呢，要去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那个、阿姆斯特丹呢？这无，这甲这拢无关系啦。这叫做佚佗尔啦。哦，这个我认为要改进，好不好，诸位？好。另外啊。因为这个观感不好，我这个讲完，我告诉你，我脸书当然有个一大堆人轰我了啦，公安这波国际视野啦，你们在嘿培养年轻人后，让他感受到那个整个世界这个开的宽广，我也说唔知，我嘛做什么去？那么国家资源不是这样弄嘛？另外，我们诸位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其实客家文化里面呐、啊，客家文化的延续里面，语言它是一个核心呐、啊，哟。但专台湾客家人，他有一样讲客家话的，他的比例差不多少？他几趴？平均起来大概全部了哈，就不同年龄的哈，大概差不多60%左右。60%？你们顶外专台湾，然后较无一半嘞。客家、差不多客家民众本身有超过一半了。超过一半，你国外主但是大概六十岁以上的哈，可能都有80%以上会讲了。整体的，整体差不多就60%而已。嗯，那奇怪了，我主要讲47%，十二位以下的啦哈，我这个我来就教一下了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来跟我指教啊。我这边资料是说，现在全台湾客家只有47%会讲客家话，12岁以下的比例更低啊，阿德，11%。我们本来啊。为了延续整个客家话，那个通过客语的检验的，本来会颁发1000块嘛，对不对哈？那现在这个取消掉了，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取消掉，是为了去训练呢 啊这个客语的老师啊。可是我现在发现一点哦，各个地方政府里面现在争取客语学习家庭计划的经费的一个补助，客委会也准了，也准了。就是希望他们去招募一些客语的新传师啊，来落实客家学习的一个家庭化。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点，诸位你必须要去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地方政府跟你要了经费以后，本来以为说哦，他的在地化嘛哈，他的地方政府应该会做一个好好的规划，我发现也没有，他就把你外包出去而已啊。那地方政府要外包，你干脆你客委会自己来外包就好了。那现在我们很多新传师啊，他也有很多抱怨啊，就变成说他未必申请得到。你客委会停掉传习计划，改成生根计划，由县市政府去做一个主导。一个问题就是说，跟这些原来的新传师，第一个没沟通而后了。他现在变成很困扰，变成说他害怕的是什么呢？以前呢、啊，新传师要开课，他可以自己来做自己来规划课程。而你现在呢，你只能听命于县市政府。那听命县政府，你教材你怎么样去重新去做规划？分类课与新传师4种：语文类、文学类、歌谣、戏剧。那有这些专长的人，你这么说我们在变怎？你规划出来，我嘛不一定爱，不一定介意咧。也许地方政府。他这样的一个规划有防弊的一个作用，等于讲今下有人人头啦，啊，凊彩招几个啊，就给他冲一班安尼啦。可是我会觉得说，这个讲好听啦是在地化，那其实只是减轻客委会的一个工作而已啊。因为他转手给你申请到经费，又外包出去了。所以这个我感觉注意，这个你嘛爱去讨论一下啦啊、哦，变成说。为了杜绝整个人头福报的一个疑虑，那你地方政府又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改变以后，那你提责任尔，那你本来你像比如说，你讲我看屏东县政府就好了，我们本地有109位客语的新传师哦，但是要申请的家庭60户尔，可是我原来我是有够的哦，你去把它做改变以后。可能他觉得这个课程规划，这个我不改，那就到最后你会变成说，是变成新传是觉得麻烦，啊、哦，那到最后原来有的
有这些师资，那反而也都说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所以整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也期待说这个主委啊，这部分啊，可以去做一个好好的再重新再思考一下了。否则呢会变成是你要爱钱啊，我给你啊，你可以料我从台湾从北到南的各县市政府，我申请到以后，我又外包出去了，失去它的一个意义啊，好不好？诸位，简单的回应谢谢这个非常那个好的一个建议哈。其实我到各地方去，目前我到高雄市有一些哈，这个新传市呢也提到一些问题了，所以我有承诺哈，就是说可能这个过一段时间呢、啊，我会到全台湾各地啊分区啊，跟我们的新传市哈。那么来座谈，那么我们现在也分区跟各个不同的县市啊，客家重点地区啊，跟这些校长哈、啊，那么来座谈，包括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去推广，那么新传师怎么样可以哈、啊，或者是课语资源老师啊，怎么样可以在经过一些在训练之后呢哈、啊，可以投入沉浸式的一些教学，沉浸式其实不一定在学校的系统，在社区里面也可以用了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进一步来规划啊，为什么尽量去脱离现在的哈、啊。就是说，纯粹只是说经费的一个补助了啊，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来跟各地了解不同的状况之后，我们来设计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会检讨改进。还有刚本席跟你讲的，不管从过去的逐梦计划或者蒲公英计划，既然你把它定性为是一个海外的服务，那你不要到最后演变到最后都是在玩嘛，这真的不好了。哦，注意这个啊，不跟你。我也无甲你，无甲你往困啦哈。从这一些他们自己所回来的人，拿到补助经费的人，做出来都很漂亮，这羡慕死年轻人。可是会有争议，这个跟海外服务无关呐、啊。你像比如说我全世界各地，我有多少的客家乡亲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驻点，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服务，那我客委会编钱给你，这个国人不会有意见。啊，你若去个啥物？去遐个美食，去香榭大道，哦，去迄个皇宫底下听迄个歌剧，会红流嘴烂尔啦。可是跟客家的业务啊，无关系啦。啊，无以后若要你若摕到这个，以后若摕到这个补助的，这款计划要记得叫他一定要带两斤的板条去煮回来哈、哦，拍个照片，笑话啦哈、哦，注意啊，这个要改进啦，好不好？好，接下来请陈吉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这个主委。好，请主委。哎，主委你好。这个主委你好哈。嗯。这个我算是念书还可以的学生了哈，从小就跟我想跟我们几位像姚文智，我们大概都同样的这个成长的环境长大哈。那。我们所受的这个所谓对于客家的起源、哦嗯、的一个理解，不管是从教科书、哦、或者是从其他官方的资讯来源、嗯、都了解到说认识到说客家人是从这个北方、哦、五胡乱华皇朝之乱，然后就拨迁到这个南部，然后有几次的大迁移，东晋啊秦始皇啊。刚刚你讲到说客家其实是在闽西啦，好、哦、的来源是在闽西，啊，这个不才我那阵读册读较紧啊，就颠覆了我刚刚听了我也吓一跳说，啊，我们从以前念书念到现在，哦，我们的教科书教我们的这个五胡乱华这等等这些主张啊、哦，到这个最下面哈、哦，最下面现在的国立新竹师范学院国小美劳教师进修网站里面，他还在讲同样的话。但是我们今天的客家委员会的主委说不是，
啊，现在研究的一个通缩，不管是国际的研究或中国大陆的研究，是在闽西，它有它独特的一个文化的一些语言，从那边孕育而生。那我真的是吓一跳说，说阿伯蔡英文在读册啊，所以这个代表说过去这种议员的这种思考的一个灌输啊。啊、大家都是从中原地方而来、哦、这个闽南人也从那边来、哦啊、或者是各族大概都是从这个所谓的中原地区而来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一元观、啊哦、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是震撼、哦、这书都白读了你知道吗？所以 我不晓得这个部分、啊、主委你是不是能够再说明清楚、啊、到底客家的来源到底是哪里？好，谢谢陈委员给我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述说。其实第一次哈，对于客家这个族群、啊、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哈，这个有一本书叫做罗香林哈所著的哈，这个叫做《客家源流》。那么他这个客家源流是第一本啊，比较有系统的所谓的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去对客家族群做研究。那么他的族群研究所依据的就是族谱啊。那么这个族谱，他从族谱去推论，哈、啊，就推论出所谓的五胡乱华，哈、啊，几次大迁移，哈、啊，这样的一个过来。所以我们对客家的了解呢，哈、啊，客家的知识呢，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但这本书呢，是在大概三几年写的了，哈、啊。那么罗香林当时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是基于客家的精英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说客家人是蛮人，哈、啊，是这个野蛮人，哈、啊，所以他就反过来。蛮族是在云林。这个比较西南部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反过来，他从这个地方去找出哈，这个一种等于说一种反应。但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行哈？其实近几年哈，不要说近几年，可能近十年哈，有非常这个多的一些讨论了。那么包括台湾的学者，包括中国大陆的学者哈，其实都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说现在大家比较在通论解释，从文化人类学来讲，人类还没有一个族群呐、啊。几千年来都是在同一批人在一个地方以后同一批迁徙的，这个是一个不可能，文化人群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对推翻了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么那是族谱呢？族谱如果说在300年以内还勉强可信，那么超过300年的族谱是一定不可信，是一定不可信，不管是客家也好或其他的这个族谱，大概会有这样的结论。那么最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文化的成长跟孕育、啊、绝对是跟土地有关系、啊、跟土地有关系。所以这个块土地呢，它生长的人就是一批汉人移民到这个区域，跟原住民、啊、产生的一些、啊、这个生活上，不管是生命礼仪、啊、或者是通婚、啊、语言各方面都产生了一种融合，所以它变成它一个独特的一个语言体系跟生活的一些哈那个包括宗教哈还有信仰哈各方面更加独特的部分，所以它慢慢的就相对于其他东西怎么不一样，好，所以它就有一个所谓的明系出来了，所以它就是称为这个活的客家。那至于客家这个两个字怎么出来的，那当然也有很多种不同讲法，有人说从宋朝，其实后来正式研究其实说，因为相对于其他的族群来讲，他不是原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是在到了在地以后跟原来的原住民其实产生一种融合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可信的一个讲法了。那么至于说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以官方的立场讲，就是这个历史是定论的，坦白讲我们也不敢讲，所以现在这个学术界还在很多人在争论讨论当中。 那主委我建议这样，对，因为现在几乎大概是所有的这些包括这些教学网站，对，学校的这些老师的这些补充的这些教材，对，的讲法都跟我们现在讲的都不一样，对。那我建议说，假如那真的是现在，假如我没有说有一个一致性的定论，对，那你至少要让多元的不同的这种讲法，对，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不要说像我一样，这个跟姚文智这样，这个年近半百啊、哦，才突然发现说原来客家的起源不是这样，人生白走一回，你知道吗？好、哦，那好在你这个主委还对于这个客家的这个原有、哦、客家的这个整个事物相当的一个熟悉，我们也相当的敬佩的、哦、所以我真的是建议说相关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哦、不管是在
我们在等个跟教育部的一个协商，我们的教育体系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相关的一个工作，哦，至少在我们官方的一个立场，必须是让不同的一个意见、多元观点能够很清楚的，能够做一个陈述跟表达。OK， 好，这是第一点。好，谢谢。那第二个，我还是要再肯定的哈，这个主委，你今天来的这个报告，我大概因为我做主席，我时间很多，我就把它从头把它看到尾。好，那大概里面当然有一些过去这个马政府这几年所累积的一些基础啦，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未来蔡总统、蔡政府，哦，准备想要对于客家事务进行的相关的这些重大政策跟改革。哦，这个尤其在蔡总统的这个部分，大概他主要的一个政见里头，在我们的内容大概都有一些表达啦，哦，那当然还有一些像长照啊，这个客家地区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照顾服务啊，啊，这个在里面没有写，但是这个因为涉及到跨部会的这些整合，是啊，这个还有在这个政策在做一个详细规划的一个必要了哈。但是我想比较重要的啦哈，从过去这个这个主委啊，你在民进党政府服务的时候，当时的客家预算大概是一年大概是12亿。对，特别预算大概4亿，对，所以总共的规模大概是16亿左右。是，那2008年的时候，马总统的客家预算倍增，对，那就从这个12亿啊，这个特别预算它就不算了，就增加到24亿，啊，所以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客家预算的规模大概是20几亿，啊，那甚至这个有时候到27亿，到今年26亿。大概他的整个预算的一个规模是如此，啊，那我就不晓得说蔡总统有那么多的客家政见，包括台山县，啊，包括这个国家级的，啊，相关的这个客家的这个知识体系的建构，啊，还有，啊，包括筹设国际组织，啊，那包括这个整个刚刚您所特别提到的这个客家发展为教学语言等等这个部分，所以我要请教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预算在做改编，哦，那我们的客家预算明年106年的这个预算的规模大概是多少？有没有？明年规模是现在初步改编是29亿，28亿多，28亿多嘛？对对，哦，所以预算改编大概28亿、29亿，哦，那我们就必须去检讨说过去这几年啊，刚刚啊，包括这个庄瑞雄委员所提到，这个其实在我们内政委员会啊，这预算客家的预算我们都不敢删客家的一个预算啊。因为这个是对于客家族群的一个尊重，但是客家预算的一个执行我们是非常有意见，从过去这几年它的预算的保留数加剩余数占年度预算的比例都超过13%，意思就是说给了29亿，那大概里面13%的预算是剩余数是保留或者是剩余，所以你29亿算30亿来估的话，你10%，你再算大概是有4亿，这个预算是后来又缴库，没有执行完毕。所以对于预算的相关的这个整个啊这个的一个执行的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心的哈。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些预算为什么保留那么多，都是因为一些补助型的预算，包括说补助给地方政府或者特定的专业团体，那这些补助下去的一个预算，在整个预算的一个执行，缺乏预算的一个审核跟考核的一个机制嘛。这个我举几个例子，像苗栗县，它就有很多我们客委会补助的这个预算，那盖了一堆东西，那这些东西后来又变成文字馆，或者是说这个工程有一些在地方政府这些工程做到一半啊，这个计划又停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说，未来在预算的一个执行上啊，应该是作为该地方政府或者是该团体未来再继续补助的依据啦。那预算只要执行不力或者是成效不彰，像这个刚刚大家讲了很多的这个考察的一个计划，你必须回归到说整个零基预算的一个精神，从它的一个成本效益来看嘛，你不是编了一个计划啊，你要被出口的补助被冲上的安怎，这个整个效益假如说没有做这个评估，我觉得这个部分啊，这个主委这不当的这个浪费真的是这一次啊，我们要严格的把关。OK，啊，诸位，这个客委会哈，这个对于这个预算执行率哈，其实是有一些哈，是在补助给地方政府之后呢哈，
那么地方政府还有一些程序要去走了，包括他预算如果没有在议会里面通过，那么他们没有配合款没有下来，他就无法去转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工程的进度当然有的时候会比较慢了，比较慢的时候，这个如果我们拨款没有到50%，就也没有办法转正，是吧？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到后来他其实是保留数了，那么最后真正那个缴库的应该是除了有一年比较多以外，是其他都没有问题嘛？他觉得有一些就在隔年预算执行不力，他就又延到隔年，然后又办保留，然后这个又没执行完，又要继续一直在办保留，所以才会累积说这个每年的保留数都在其他的部位里头，我们客家委员会的保留数都是最高的啊，都是最高的啊。这个部分我们将来我们可以，所以有那么多的预算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未来的预算也大概。假如听你这样讲，大概有29亿的一个概算嘛，对，那行政大概减一减，你大概也要保持26亿的规模，也这个跑不掉啊，是啊，对不对？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哦，在资源的分配上，在预算的一个结构要做一些调整啊。OK， 像这个预算的补助占预算的结构大概有40%，你29亿里面有40%是在补助，这个钱在做补助的，这真的是要很小心。哦，你必须考虑它的一个成本效益的一个分析，到底这个预算的补助它的效果如何？啊，过去预算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这个必须是作为有一个考核机制了。OK， 那其中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在于说，你提到这个认证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我们都在每次都在检讨这一些相关的事项嘛。啊，这个报考率低，然后通过率也低，它的成效越来越不好。嗯，然后我们每次又花钱又去颁奖学金。好，这个我们委员会有很多的批评。嗯，那我觉得你在讲的这个沉浸式的教学的，好，这个是打了过去说国民党当时在推动所谓的这个国语政策或者是华语政策，是整个颠覆过去的这种做法。你知道这老师，你假如说没有在整个观念上做一些调整啊，他还是延续像我们这一辈的这个在过去所做的一样，我们在学校当时你没有讲国语还是要被罚钱呢、欸。我是没有被挂果牌啦，但是被罚钱，你知道吗？所以你在做沉浸式的这个教学的过程里头，你要很多师资啊，对对不对？對，那你师资要花钱呐、啊，对。那我们现行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客家相关的这个研究所才17所啊，对，是大学以上系跟所大概是17个系所嘛，对。那你这个人才相对来讲师资严重的不足的情况之下。所以我真的是建议说，在明年预算在编列的这个过程里说，把我们这个蔡政府要做的这个部分预算要做一些调整，真的把过去大家诟病的预算执行不力啊，或者是计划没有再根据这个成本效益分析不当浪费的这个部分要做一些检讨。那甚至过去在盖这种所谓的类似这种马粪管，或者是在这乱七八糟的这些不当的这种投资。也不管它的成效效果如何，这个我们要大力把它砍掉。Okay. Yeah. 那另外了最重要的在建构整个国家的，包括是客语的整个客家知识体系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客家文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预算的一个分配，应该要把过去这种扭曲的这种在办嘉年华活动这个部分都要一并的来改掉，好不好？好，这个是我对我们客家客委会主委的一个建议，也期许说我们客委会能够在。包括发扬客家文化，跟让我们的每一个客家的子弟都能够讲客家话的这个部分，能够在我们4年未来蔡政府的一个执政里头，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个成效。好，谢谢。目前一个相当大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它不会是从这个重新训练，是从现有老师去做研习做训练的，现有的老师里面就是您刚刚讲有一些观念必须要去改变，那么他们就可以那么可以上场，因为本身现在课余老师就有400多位了啊，但是要说重新训练，要重新要有个新的观念了。好，谢谢，这部分我们会来努力。刚刚讲的包括预算的执行的部分，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长，谢谢。好，接下来吴清明委员。主席，我们议会的贵宾，请我们客委会主委
啊，诸位。哎，吴远你好。诸位好。诸位。是。哦，我看哦，你今仔日吼说迄个咱的业务报告哈，内底哈推动哈，真侪咱的客家的文化哈，以及客家的语言哈，啊，拢有真大的成果，啊，嘛有真大的抱负。哎，你吼，以及本席所了解哈，会当讲伫过去哈，咱的客家语言的认定哈，啊，做逐年的下降，所以伫逐年下降经营哈，注意。哦，我提予你看哈，伫咱的1995年到1103年哈，是下降的非常的严重哈。啊，所以讲伫未来哈，注意针对讲哈，咱的客家语言这个部分，你要安怎讲哈，啊来辅导，和咱的真济，咱的客家乡亲，尤其伫因的第二代，哦，这个人数，大家对这客家语言哈，他们的学习能力都很差，尤其第二代根本都不会讲客家语言。所以讲，伫这个部分，你要安怎讲来推广？要安怎这个部分，让因感觉讲啊，过去因这个母语还阁继续吼来延续落去。好，注意这个部分，你的看法咧？好，谢谢那个吴员这个的指教哈。那么客语认证哈，它是一项指标而已。可是客语认证之前面哈那个部分哈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抢救客语的部分哈，未来这个。中小学的学生哈，现在是落实到幼稚园哈，所以幼稚园的部分可以看出来哈，它的成果是越来越上扬哈。这个就表示说，如果我们提早在幼稚园时代哈，那么就让我们的小朋友哈，那么有接近课语的环境，而且有讲课语的环境，那么他到中小学以后以及未来长大呢，他继续讲课语的可能性就越高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继续去加强哈。那么像我们今年啊，这个我们在报告里面有提到一部分，就是客语闯关啊的游戏啊，这个认证，那么就是针对幼稚园的部分。那么到今年是有6000多人哈，6000多人参加。那么我们也希望定一个目标，就是说对于未来的幼稚园或小学哈，那么在都会区哈，每一个学校希望能够提升到100%多少哈。那么根据当地的客家人口来定一个比例，当作一个目标来追求哈。那么当然他们去推广客语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用我说我们未来的主轴会是用沉浸式教学的方式来处理。那么这个到了这个考试哈，那么通过的人数的这些将来我们对学校的补助呢也会做一个依据。这是从学校教育的系统来看哈。那么这里面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父母的部分。父母部分呢，我们现在很难鼓励他说你在家里跟小孩讲客家话，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不会讲，他自己也不会讲，因为过去常年忽略的关系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会去想办法怎么样去透过这个比较社区的方式呢，来建构一个可以有客语环境的部分，因为只有社区、家庭、学校，那么这三者能够结合起来，这个客语才有可能那么那个就是说才有可能变成这个大家会愿意去使用的一个语言的。对，这个语言一定要推广哈，好让真侪哈，咱的一家协同哈，因会当去学习。对，因为真侪哈，尤其伫咱的客家人哈，尤其伫咱的新北市，咱新北市的人口哈，已经哈，今嘛目前呐所占的哈，已经是全国第二。所以新北市也人口哈有53万的人口，所以我先啊提出讲新北市53万人口嘞，就是要注意讲哈重视咱新北市，尤其新北市过去伫咱的客委会这边所举办的真侪活动，拢是办了真成功。尤其本身嘛担忧讲，主席目前哈重视的苗栗，但是不要忽略讲哈伫新北市客家族群的人数。是比目前苗栗还要多，所以讲伫这个部分你伫咱的新北市，先啊讲针对新北市这个问题，我提出嘞，因为咱新北市咱有客家园区，伫客家园区因过去咱的客家园区只有1公顷土地，但是总共的面积有4公顷，目前还有3公顷没有处理，所以先啊讲伫咱的新北市这个人口。密集的所在，尤其个53万的人口，拢密集伫咱新北市。咱的这个客家园区
未来要推动，因为咱要有注意来了解，真侪园区要做，毋是讲做了后变成一个文资馆，因为吼，你讲伫咱的苗栗，那么有一个客家园区啊，当初政府投资了22亿，但是最后呢变成一个文资馆，但是伫咱新北市就不一样啊，新北市这人口密集的所在，新北市紧邻咱的桃园，总共有700万的人口。700万的人口，再结合它的商圈，政府所要投资的，一定要讲好，地方用得到，不能说未来的维护费用、未来的人员的开销就没办法去符合，就变成文资馆。啊，所以讲要有注意来了解讲，在咱的三峡、咱的客家文化园区，还有3公顷的土地，这个部分未来要来推动，在这个所在会当紧邻整个的商圈。包括咱的三峡老街，包括咱的莺歌老街，包括咱的陶博馆，未来咱新北市的美术馆，所以拢是伫这个部落、这个所在，包括咱的原住民园区。所以讲，伫未来这个所在，嘛要拜托诸位，甲咱的新北市赶紧这个3公顷的土地，要安怎来取得？因为这过去是咱国有财产署拨给我们的啊，客委会。哦，要来推动咱的客家园区，所以讲，伫咧3公顷本身嘛了解，3公顷内底嘛还阁真侪咱的农民占有的，农民占有的，当然农民的权益咱一定爱顾，该补偿的，咱政府嘛爱来补偿，吼、哦，来要求因来搬迁，好未来咱这個客家园区的，当讲落脚伫咱的三峡，吼、哦，阁来扩大，好咱未来咱整个咱的客家文化，吼、哦，咱会当讲吼伫遐来推广。因为伫咱这个所在，拢会当结合着咱的童话。尤其呢，过去主委嘛担任过客委会主委过嘛，因阵啊，你咧推广吼，咱的土城童话剧推广了非常成功啊。每一遍、每一年的童话，拢会当讲10几万的人来伫土城咧观光，甲咱三峡。所以讲好的文化，绝对一定爱搁延续。所以本席担忧，就是。假讲注意，你拢着重伫苗栗，未来你忽略着新北市，所以新北市在客家族群，大家拢对注意，拢期待非常高。包括伫我的选区内底，咱的也是一个我们的客家乡亲选上议员，伊是卖客什么？因咱客家人很团结，所以客家人大家拢讲刻苦耐劳，啊，所以讲这是拢真好的文化，啊嘛拜托注意。在咱新北市这个部分，一定要讲吼、哦、用心吼、哦、来推动，不能讲未来政府所投资的变成个文资馆。好、哦，诸位你看对不？好、哦，谢谢这个吴委员哈。这个对于这个新北市的客家文化园区哈，那么过去其实一开始客委会就非常的支持哈，因为我记得这个应该没有错，应该是从苏贞昌当县长的时候开始盖的哈、啊。那么后来因为每一任的县长其实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视了哈。嗯那么最近呢，哈，就是说有关于另外3公顷的部分呢、啊，那么客委会其实在去年呢、啊、就已经有这个支持哈，那么让他们在做这个环境的整理了哈，以及做一些规划。那么如果这些规划出来以后，如果评估可行性高的话，我们也会继续哈来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然刚刚吴委员提到新北市哈，我们的客家乡亲人数其实非常多的，啊、但是它是比较。定位在哈，就是比较都会型的哈，都会型的客家了啊，都会型客家将来我们也会哈，这个会有一个这个比较这个，因为过去我们根据客家基本法的叫做客家重点发展地区哈，我不晓得新北市应该就没有列入吧啊，对啊，因为比较都会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未来可以再加强的部分，这个我们将来会支持，谢谢。好，哦，诸位。哦，关于客家园区这个部分，对，哦，咱一定要赶紧来推动。好，哦，因为毕竟伫这个所在，哦，诸位拢非常清楚。过去伫苏贞昌担任县长的时阵推动的，嗯、尤其迄个地理环境，阁是一个都会区内底，哦，所以取得土地是非常无简单啦。哦，啊，所以难得这个土地已经是咱客委会的土地，哦，地上物，咱都要赶紧来处理， okay, 好不好？好，哦、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接下来 Class 委员。
我宣告一下哈，我们中午不休息，哎，好，我们继续进行宣打。好，主席有请主委。主委好，我就是再次的说，因为作为原民，我们的确很能感受这个族语流失的困境哦，所以在这边要再次的来邀请主委，还有在座我们所有的同仁，如果您愿意哈，您可以使用您的语言来回答哈。那我为了要尊重呢，这个我对客家族语的这个尊重，所以呢，我现在要讲几句哦，希望大家不要笑，如果需要翻译的话，也可以拿起翻译机。主委哦，你来做主委，你下袂动摸憨动甜么？你做得讲哈，哎，你讲个系摸强动，摸强用的，你讲海陆哈？哎，爱讲海陆，爱讲西安呐？哎，你讲西安来。这个谢谢格拉斯委员的关心的哈，还有这个，其实忙当然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客家族群，你也讲哈噶，讲哈做得哈，讲哈做得哈。客家乡亲族台湾哈各地都有哈，包括就是讲连中华哈，中华都按到客家乡亲哈，所以区域非常广了哈，所以讲呢，客家 VFA 同事呢就全部都归为归三万归莫汉了，但讲甜哈，黑白了。爱讲黑吼，唔系冻笋吼，唔过爱糖一些，所以呢，你系感觉讲，就是感觉讲变成台语哦。你系祈祷吼，你讲黑好笋，你系祈祷你讲黑好自然，该爱糖一些，安用做得嘛吼？做得。所以呢，你做得讲，吼、这个等一下吼。你是讲哈的走的，万一你觉得有跟我一样 KK 讲不过来，因为讲中文没走的，好。不过呢，爱祈祷讲，你如果全程哦走的讲哈，那这个是主委哦以身作则，好。但是可能我的回答会是中文，好、okay。如果您不介意，也不觉得这很奇怪，先问一下。那您今天上午哈、其实我提到这个，就是说，因为您用很多的篇幅谈到客委会。对附振客语的努力，那这当然很重要。不过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变革，就是你即将要取消通过客语检定之后颁发的1000块奖金的制度。您能不能再简短的说明为什么？很简单哈，就有奖金哈，当然会鼓励哈学生的哈，会更多人的报名会考试哈。但是我们希望学语言哈。基于对一个语言的兴趣哈，对一个文化的重视哈，那因为用金钱哈来鼓励哈，小朋友哈，小学生哈来参加一个考试的学啊那个客家话哈，那因为一个动机上哈没很好了哈。听你呢，你考过那个行业认证以后呢哈，开始讲无继续学哈。哦、就是奖金拿到以后没继续学哈，那个奖金因为哈，拍拍浪费下来啦。啊，古仔讲，因为还是鼓励哈，学生诶，激发伊对一个行业学校的认同，对行业的兴趣哈，啊，个有过好的教育的环境哈，来学习客家话啦。啊，你个传承，那么有重演啦。你希望大家按照您的回答，你希望大家说不要太功利主义，不要为了拿这个1000块去考试、那你就提出一个沉浸式教学的概念、那我了解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原民族语的教学、但原民族语也是来自1982年纽西兰毛利人开发出来的语言槽的概念 Language Nest、毛利语他们说 Kohanga Deo、它就是创造一个让老人家所谓语言槽的概念哦，原始的概念是创造一个让老人家跟学龄前儿童互动的这样的概念，要创造一个说话的情境哦。那但是我必须很坦诚的说哈、其实就原民的经验来说，因为原民推语言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语言消失或死亡的速度哦，实在比我们建立一个一个语言槽的速度。还快，其实我们是会来不及的。所以您可不可以很明确的说，您现在明确的说你要取消奖金制度，但您可不可以也同样很明确具体的说，您想建构的客家语言槽，它是什么样的蓝图？你要如何执行？有没有时间表？
其实我们今年已经开始都会试办了哈。其实这个陈进士小姐在2007年、就在屏东哈、开始有小规模的哈在试验，因为我们在观察，而且也在做研究了哈。有对照组，有实施陈进士教学的，跟没有实施这个陈进士教学的幼稚园的儿童，对于这个哈这个语言学习的能力的哈这个一种分析比较。啊，去年了就都今年了哈，去年的客家语言有补助，高雄市有11间哈。那个幼稚园哈，干社会哈，就完全用沉浸式。这沉浸式有是把改良，这个概念是来自于语言潮了，但是必须要符合俺们呀哈，现在哈，那个情况哈，来做改良。伊要求讲50%哈用客家话，另外50%呢还是可以用华语哈来沟通的哈。啊，一个那个。实施结果以后啊，所作为研究哈，证明讲俺们呀小朋友5岁左右的哈，开始学客家话哈，伊将来都受学以后呢哈，伊对一个母语哈，对客家话的书写能力哈，说听说能力的哈，听说能力大概增加10%+了，所以证明这个是比较过于好。那推行的方式呢哈，最关键的哈还是老师啦。因为老师的观念、必须要改变，因为过去的那个汉语先生啊，说用华语来教客家话，用华语来教客家话，这基本上就是不对了。现在就是说把用客家话、来教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个才是就把这个叫做语言的教学呢，变成一个教学语言、不是全部了，但是一部分。好，然后在生活上，在平常的这种互动上，用客家话来做，这样子可以加强学生的学习能力的。感谢主委的说明，我们也希望说客语这个教学的经验可以跟原民语、教学的经验，我们来互相的教学相长，互相的这个分享。另外，主委我想跟您请教客家电视台的问题、在过去几届，我们在过去几届客家委员会的业务报告里面，几乎很少看到跟客家台相关的报告，只有一次那个有稍微提到一点点客家广播电台的相关的业务。那客家电视台其实比原民台还更早成立哦。主委在这边特别请教您，是我的确看到了很不同，因为在这一次您提到客家台的困境，您是资深的媒体人出身，您甚至还曾经是公共电视台的总经理。那在这次的报告当中，您据实的提到客家电视台面临的几个问题。那我在这边有一些问题要先请教您，客家电视台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可不可以很简短的说？一个那个客家文学审理的目的是重要嘛，就是对于客家文化哈，给你推广嘛哈，客家文化的传承嘛。好，那很快的说，客家电视台整体的表现你觉得如何？客家电视台表现都给人家其实非常非常那个没讲非常满意了，但是做得了，不错了。那报告当中呢，看到你们说你们的触达人数超过500万人哦，几乎是1/4台湾人口，看起来好像很多，但是有谁实际上连续收看客家电视台15分钟，也就是电视台里面讲的一节？当我转过来，我触达，可是有谁收看可以超过15分钟？不知道客家委员会哦有没有这样子的数据，或者说客家电视台内部有没有做过相关的统计？有没有这个呢？其实我这个数据哈，我过去做媒体的经验哈，我是参考用的。这个因为触达哈，不代表哈，这个你的节目哈，就是观众哈愿意看。对，有的时候是对。但是客家电视台的确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讲，尤其在俺们客家乡村地区啊、农村地区啊，青岛洛宁家哈。一图一听的看客家电视。好，那但是我就要打断你了。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目前客家电视台我们看到主播，客家电视台的主播哈。那如果你在家里把家里的电视机的音量关掉，我想请问您，您觉得这样子的电视台跟其他电视台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在我看来，我个人认为其实很类似，看不出来
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主播说的语言，那还有其他可以展现客家族群的不同吗？您曾经是记者出身，我个人认为，其实原客家新闻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客家观点要如何呈现？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提的哈，也节目的内容报道的迄对象哈，当然是以个客家事务哈为主，可能是客家人，可能客家的故事哈，客家中发生的新闻哈，啊，对客家人有影响的哈，啊，一种很多客家的观点嘛，啊，你说跟一般的电视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这个不大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啊，哈，语言是其中一部分了，因为以前就讲一听到用客家话嘛，哈，但是最重要还是以播读的对象跟内容了。嗯嗯嗯，那不瞒您说，我个人的经验上，但我必须说这不是客观的了，哈，纯粹是我个人的经验上，的确有遇过客家朋友，他们跟我说。因为我们客家台跟原民台刚好在隔壁嘛，原民台16台，客家台17台。他说转来转去后，有时候我还比较喜欢看原民台。哦，那经常听到的评论哦，是说他们认为看这个时候他们会听不懂。他们听不懂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主播字义不是意义，然后用客语的发音直接来念这个我们中用中文的这个思考的逻辑写出来的新闻稿，所以他们听不懂。那我个人认为说，整体来说，这个恐怕是如果没有办法适度的呈现非常凸显的观念。但我并不是说主播一定要穿这个蓝布衫，重点不是这样。我们的原民的主播也不是这样。可是到底这个会不会是客家媒体无解的困境呢？因为整体来说，它是属于汉民族的一群，那它又要如何来凸显这个族群电视台特殊的使命呢？可不可以再简短的说？当然哈，这客家电视台哈，客家公共媒体本身就有一个困境啦。比如讲，马克上夫代表客家，到现在哈还没一天的停顿，就讲所谓的 dress code 哈，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呈现了？这个你客家看法没中央了哈，故所以，另外客家电视台其实来讲一个大问题，因为客家电视台用5种强调哈。强调五个腔调都要去平均使用了，不能够说只照顾到视线跟海流了，所以再玩了哈，它的那个包括鸟频了都会有用了。好，所以讲西人呢，谈到海流个关系，海流会谈唔实啦。海流个人啊，当然谈个比较过谈个是西人啦。但是来讲，也个有时候腔调也会造成一种困扰。好，最后最后30秒哈，我再赶快给主委来看一个客家电视台的预算。我们这个预算哦，自从2009年之后哦，几乎是开始下滑，而且是大幅的下滑。我想说，我这个是从你们历年的预算书摘下来的。那过去的政府，我必须要说，如果是从这里来看，2008年之后的政府似乎不太重视族群媒体，因为原民台的整个预算的结构也是如此。那电视台呢，像客家电视台不是法人，没有办法独立。又寄居在公事基金会之下，正如您稍早的报告，好像无法伸展。公事呢，董事会又没有客家的董事，所以最后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认为要如何解决这个困境？一个最重要就是说，公共电视法哈，必须要去修法。第一个是明文保障，就是各个不同族群的哈，这个语言的哈，电视台呢，必须哈。要能够有相对的一些保障，不管是预算也好，或者是经营的自主权哈，必须要有一些明文的保障。那么这样才能够成为哈，包括预算哈，去充啊充扁担土公共集团底背，也让他们自主去运作，那也让他们非常清楚，客家电视台成立的目的宗旨还嘛个，一定要完成的使命，因为公共电视台就要接受所有啊全民的一个检验呐，所以关键在。公共电视法吧，给修法吧，一定要冲开晚神的。好的，非常谢谢主委。Okay, 好，谢谢。好，谢谢两位。其实我提醒主委啊，今天是客委会业务报告，客家电视台应该有一台摄影机在这里。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客家电视台跟别的电视台应该要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一个原住民的委员可以讲客语质询，应该做今天头条。这个提醒，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委员。
如果他也用客语，我们也用头条处理啊。好，谢谢主席哈，老赖我们的主席了。我们先请那个客委会的朱伟啊，请朱伟老赖。我们讲老赖可能跟你们讲的 ceremony 比较不一样了哈。你知道那个大概那个是什么枪？那个太普枪，哎，大步枪嘛。哎，太普枪哈，大步枪。刚老赖，哎，我想就是今天我要咨询你的一个重点了哈。请教一下主委啊，就是说在您的这个客家政见里面啊，或者你要推动的业务一个重点叫浪漫台山线是啊，那当然这中间经过的这些客庄啊，其中这条台山线来到卓兰东势石冈对这边的时候，对，我请教一下主委，你的印象是什么？你认为你在这边的浪漫台山线的客庄印象是什么？在这里，你有没有走过？有，我走过。你走过了？从卓兰到东势到石冈，我都而且经常走。东势石冈，对，好。你看到的特色是什么？你觉得它是客庄吗？你有感觉吗？如果你不跟当地人讲话？感觉啊，这个一般来讲客家庄哈，这个有一些特别的，我跟委员坦白报告，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因为但是呢，你如果特别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可以观察出来，因为包括要多仔细，仔细到就是说哈，你看每一家门口哈，哎，种植的植栽哈，哎，还有这个整个街锅的环境哈，通常一般来讲哈。那么客家庄会比较重视哈。老实讲，这是因为主委您是客家人啊，所以或许能够注意到，如果是一般的游客或者一般的老百姓，不见得。对，但是大家会有个印象，这是一个水果之乡，哎，对，对不对？对，进到卓兰，进到东势，进到石冈，甚至半个新社，大家觉得哎，这个水果之乡嘛，水果很有名嘛，不管是高阶梨、茂谷柑、碰柑，对啊，甚至其他的像这个甜柿等等的，对，这就是我要讲的问题。对，我们在讲说这是一个客庄，而且这里面啊，差不多10万人左右是属于客家人。对，这个区我讲的这个区域也有，就是台山县经过了这几个，这有四个乡镇，对啊，东势。石冈、新社、丰原，对，部分的苗栗啦，好，部分的卓兰，对，大概超过10万人的客家人，而且大部分属于你刚刚讲的大埔腔，对，啊，这也是全台湾唯一最完整的大埔腔聚落，对，所以我过去4年来，我一直跟我们的客委会讲，我也历任的客委会都被我找去会看过了，都被我找去现场跟很多。不同的社团座谈过了，也都答应我了，但是都没有做啊。啊，现在你新上任，你也提出浪漫台山线，啊，这个客庄这个特色的营造，我很赞成，但是要做，啊，可是眼前在我眼前，我面临到的是一个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我在4年前，我们在东势有一个计划，客家多功能文化园区，对。主委，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现在怎么样了？你知道吗？这个计划不止没有进展，而且听说市政府要把它砍掉了。是。这个计划当初我在102年的时候，我还为了这个计划，跟教育部要了那个土地哦，8公顷的旧东势高工的土地，超过5亿的价值。啊，帮市政府省下来，把那个移拨给市政府来做规划。市政府也在前2年花了2000多万，去做细部的设计跟规划。结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市政府大概连计划都没有送给你们了，后续可能都没有送任何计划了啦。而且地方也传出说市政府不做了，然后要去把它并入所谓实验学校的一部分。主委，你知道
有这样子的进展吗？这样子的改变你知道吗？我昨天有特别跟我们同事了解，大概就是好像说也目前为止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喊卡了嘛。是不是喊卡我不知道，但至少就是我们这个客委这边还没有接到。诸位，我今天的质询，对，我会播出来给所有当地的乡亲看。哎，这是一个政府的承诺，嗯，承诺了四年，嗯，好，可能也因为地方政府的转换，然后现在中央政府转换，嗯，可是我想客家不分党派啦，对，好，嗯，那我刚刚问你，你客家台山县，台山县的客庄到这里，你感觉到什么？我们区区这个争取多年的一个园区，不，目前结果到现在居然要被市政府砍掉，然后我们争取到的土地用地也没有花到市政府的钱啊！啊，当初中央也答应要补助这个计划啊，都有咨询可查，都有会刊记录可查。但是就这样子哈，让我们这些所有大埔客家的乡亲非常非常的失望。不跟那个江委员这个报告，因为我昨天才了解到这个讯息的。因为我的印象就是说，像这个这一次至圣先师哈，这个文化祭哈，我也有去哈。那么有去你也不通知本席一下，实在有够没意思。我是被通知，哎，然后跟我讲一下主委要来，然后那个我有去看的。哦，巧正先，不是正先，巧正先师，这对不起。那么，然后这个有去东势文化园区哈，这边那边也有一些工业的一些展览。你讲的那是另外一个园区，对对对对，那是旧火车站，对，旧火车站根本不是园区，那是一个旧火车站，而且是一个委外经营来讲，其实不具规模，也不是很成功的案例。当地的民众也是抱怨了老半天，所以才会去想说要把旧有东势高工这个地方做一个整理，因为教育部荒废在那边已经从921荒废到现在了，才会有这个计划。所以我就让你主委你也多多了解一下，然后这样子前后拖了超过四年哦，至少我上一任立委的任内一直都在追，一直都在要求。中央跟地方都说好，没问题，我们要赶快做了。所以土地我也协助解决了，经费我也拜托中央，中央也说你地方政府送上来，我们就赶快来想办法。结果到现在居然打回原点，不止打回原点，还把整个计划说我们不做了，我们拿来做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当地的所有的客家乡亲来讲，要怎么交代啊？要怎么交代啊？江委，那个我们是不是哈？我们回去要了解一下哈。我们我想我要请主委，到时候你要现场。那么跟台中市政府聊一下，我们来这个了解一下，看看好不好？好，不只要了解，我是希望你来看一下。我不希望说我们在讲说，哎，我们这个要发扬客家文化，要传承客家文化这些等等的。对啊，可是讲了承诺了，结果马上又可以打回票，那每次都说我们来了解，我们了解。甚至去看了，然后又回去又不见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重视我们客家人的一个要求跟诉求了。所以，如果我希望，我会安排一天再找你来。OK， 啊，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再这样子欺骗乡亲了。这个当初都已经承诺过好几年了，好几次了。我在这边质询的次数啊，我想在座好几位啦，都是我们这些客委会的。客委会的同仁，他们都知道啊。你们应该跟主委讲一下，我们争取了多久，对不对？为了土地的问题，我跟教育部协商了多久？好不容易这块土地八公顷哎，我还不需要你去征收任何的民间土地哎，全部就是公有土地哎，好不好，主委 ？OK， 好啊。另外，这个因为这个也涉及到我们客家意向的问题，我不希望说。到了东势石冈这个地方，大家只停留在它是一个水果之乡，它是有我们客庄啊，那客庄你当然文化的部分就包括硬体啊，那另外一个软体就是现在我想请教一下主委的啊，我们常来讲你在推客语认证啊，或者往下扎根，我们都赞同，这个过去推到现在，当然也有它一定的成效。但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没办法很大的一个突破？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你在备询当中，你之前回答父母家里，对，
其实在一个移民国家里面哦，很多时候在学校讲的是官式语言、官方语言、政府的语言，或者大家同样的语言，回到家里面反而是讲自己族群的母语，对，这个才是一个移民社会当中的正常现象。所以主委，你怎么样去鼓励家庭式的客语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也不能期待啦，你也不可能期待说都会区的这一些人啊，包括父母啊，回去跟小孩子讲客语很难。所以你一定要从客庄着手。所以为什么我说像东势啊、石冈这些地方，它已经寄存的一个客庄，你如何让它扩大、跟传承、跟发扬？家庭很重要，对，家庭真的很重要。加上现在这一些所谓比较偏乡或者乡下的地方啊，有客庄的地方可能都比较乡下了，它开始有很多新住民，对，这个问题你也要注意啊。新住民来了之后，你怎么样让他进入到客语的环境，客家的文化，而不是先进入到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协助这个客庄啊，把客家的文化、客语继续保留下来，尤其他的下一代，尤其他的下一代，否则最后他们讲的通通都会是中文，通通都会是中文，所以怎么样让客家的认同在他的家里面开始滋长跟滋生？这个认同要从家里开始，不是学校去强迫他，也不是学校去告诉他，而是家里就必须给他这个认同。他的父母即便可能父母不见得讲客家话，但是怎么样让家里给小孩子说你是客家人，好，我们愿意来让这个客家文化、客家语言可以来传承，甚至可以一起学。对，这个从客庄开始做起。你要从都会其实有它的困难度，好，我也知道。但是客庄的部分一定要好好保留，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说，像你说台山县这些有客庄的地方，你怎么样把这些客庄最基本的点给维护好，让它软硬体建设都可以让民众感受到我是一个客庄，我是一个客家文化的地方，好不好 ？OK。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在意那一个文化园区？好，我想它不会是一个文资馆，因为你现在北有，南有。台中没有，台中没有，台中广义的讲，200多万人里面有40几万到50万是客家人，对，那集中在我这个区的有差不多10万人，就是大埔，跟我了解，所以我会再找时间请你一起来看一下 ，OK， 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江委员指教，谢谢。黄伟哲委员不在场。孔文琪委员不在场，钟嘉宾委员不在场，徐永明委员不在场，广碧林委员不在场，钟孔少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主委。主委，刚好吧。主席唐的是啦。我刚好吧啦。我们主席唐的是什么？唐的是啊，以前国勇师长的许梦的金太。我翻译一下嘛。翻译一下。他听得懂了。只是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显得好像很无奈啊。主委啊，来你个研究吼，出只用合法案来对谈吼，只有来监督，其他人有办法讲合法。OK。无来特别吼，唔要讲关于如讲葫芦话。唔好讲莫黑人啊。莫忘本。我有看到主委昨天也判记者会。注意啊，特别讲到客家语言，最主要如果本人讲沉降是被搞好了哈。搞好部分我想问注意啊哈。客家沉降是要搞好，是客家子弟要有1%多人可以
咱可以落实下去。拢假设讲啊，也幼稚园啊，也50%吧，20%吧，30%，要升60%，啊，人都可以设计上同也高好个方式设计上办下去。咁而家要规划，要一开始可能冇喊听啦，哈，只有一个界限标准就讲哈。因为一个搞十年的幼稚园嘛，其实够简单啦。啊，他把用的那个教具哈，比如讲一个萝卜嘞哈，一个哈那个黄梨哈，一个tomato啊，呀嘛呀，就慢慢的呢哈，你用游戏哈，一种方式，还够搞一些哈那个歌谣。上边有糖注意油皮，他过跟我语言讲过了哈。哎。啊，要教材要重新改编了哈。是啊，是啊。啊，所以不光讲欣赏也好哈。哎。啊，注意啊，特别讲欣赏，啊，拢用法语的方式了哈，用讲国语的方式去搞合法哈。嘿嘿。其实翻出来合法哈。哎。啊也唔像合法啦，啊也唔像国语啦哈。嗯。啊变啊，像人讲的宣传词，够重要。哎。啊呀，尤其欣赏的。入来教一下学生诶，啊，扮演的角色啦，吼，嘛真重要。啊，像我们啊，注意啊，推动一方面啊，尤其来人讲的宣传是有某个方法在突破啊，现在困境了。因为毕竟人人要落实啊，最主要都欣赏。嘿嘿，啊，加阵欣赏还唔拉，人人用来处理啦。啊，宣传时哈。总共遗言的部分有多少？遗言的有2133。像遗言的部分有2000了啥了，但是呢，人不一定就可以搞了、嗯、因为行政时就有一天的考那个验证以后，验证也，或者也都全部哈，计划上哈为了疏宣了，啊，因为跟那个就高雄市哈市政府客家语言会啊，伊要推行的部分也有考量的现场哈，专业的现场都会带量。也个都以前都屏东也开始做的啦，哎，对，唐人报告哈非常专业哈，也个有专业的知识都底摆啦。屏东，所以像人跟人谈哦，拜托人哦来首先按那个宣传是跟行业高士哈来先来做训练，第一批先来对呀，针对那个对象，迄个是唔喇叭也好，俺们可能继续哈为。但是啊，看人的那经费啊，哎，对，你啊你。2012年开始哈，慢慢的因为营收呢，哎，一部分哈，还没透过你这么语言费哦，重新医生是明年的医生啦，哎，啊，变的还没可以去改，变的够多一些哈，哎，啊，重新你这么语言费啊，我支持啦，哎，明年安尼，有监督哈，那个，今年你说六，差不多你说六亿嘛。啊，俺们提出部分行政院呢，哈，差不多你说9亿啦，其中有差不多6亿哈，还会做新的政策哈，包括总统的政啊那个政见的落实的哈部分的哈，啊，落实部分其中也一部分哈，就会做高考遗言的部分的哈，也6亿呢，俺们这个本身出以前哈现在的计划啊，哦，在监督的差不多2亿啦，哈，没做的，全部做了做新的哈。一个政策，一个计划啦，啊，再另外增加事业哈，那个跟行政院要求的啦。其实副市长，他们副市长啊，能把在国勇市做副市长啊，也好有毕业助理啊，啊，不是提报告嘛，不是被骂啦，因为伊拢讲也同平我也无嘛个差异性啦，无嘛个个基础，所以改变改多，啊，对人人生也好改多哈。还相信好比比天待两次啊，再重新人工回国了哈，再重新以啊，再对人类计划来再来改变哈，还相信好比比会越来越好了哈。所以同蛮更多的客家语言对的宣传是包括课纲啊哈，还有课纲的修正，根本够重要啊哈。所以唔单止讲啊，佮教材部分哦，欣赏嘅部分、教材嘅部分，有咩向下同步来进行啊 ？OK， 好。啊，安尼让对到奶奶用清晨式嘅教学啊，安尼让有帮助啦哈。OK。啊，另外同埋语言也有更多哈。啊，客家电视台啦，客家电视台其实有做过调查报告啦哈。嗯。
实际上，对到后生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哦，对到客家电视台根本无虾米啊。阿南的呢，客家语言吼，最主要传承的吼，有迄传承啊，第一客家，客家子弟啦，客家后生的，啊，来后生的对到客家电视台播出的节目的，又无虾米，因为你做的屯边的电台做的都差唔多啊。啊，拢停顿流行的，啊，一种流行的思维，还没可以做改变。啊，相信苏昆人的客家电视台啊，嘛要增加啦。因为最主要啦，客家后生的都唔系昆人的客家电视台哦。我们注意啊，讲啊，许多乡下拢人人老人家在谈的昆哦，后生的都唔系昆，连后生的都唔系昆人的客家电视台，啊，那客家电视台还没重新的改变。啊，尤其那个客家电视台啊，等。啊，刚刚说原住民的电视台而已啊，本来客家电视台过呢，因为原有基金会，原有基金会委员会去处理的人民台啊，但是奶奶好比要玩迄个公司的董事会底部呢，啊，注意那边有相当讲啊，奶奶，根据奶奶客家电视台成立一个客家基金会啊。啊！人奶奶自家主导了节目，啊，唔是从公司搬转的，啊，无公司转奶奶的节目都差唔多。啊，奶奶的节目编制可能又无公司安好。一个部分吼，当然现在关于他一个政策了哈。就我来讲，我还是比较够希望哈，公共电视台的目的哈，成立的目的就要发展多元文化。但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目标呢，哈，在公共电视法底边呀。还没完全落实啦，哈、哦！嗰阵系希望人修改哈、哦、公共电视法，又可以播种不同族群的电视台，可以自由发展哈、哦，自主发展以内那个特色。所以，但系客家文化基金会可以成立嘛？一个也当然也可以啦，哈、哦！但是坦白讲，就现在来讲，哈、哦，我因为一个东西，大家哈。在集思广益了，因为成立一个客家基金会后，都在做某个东西哈，一个要先的哈，这样大概。目标要清楚了，系啦，目标要清楚。可以讨论啦。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啊，好，是这样。可能如果以对一个基金会来进行，一个有另外一种选择啦。对多人人，他一般相关的议题哦，时间到，可以发展哦。哎，啊，最后啊，想要屯朱宇讲的哦，基层人人客家语的天生的出境事务所了，出境事务所，啊，出境事务所，哎，给嗰度你要看 ，OK， 啊，节目也唔会查，啊，但啊，香港的节目哈，因为嗰度最主要冇推广啊，而且好宣传的，可能收视率会够好了 ，OK， 而且好多节目男人，因为看到苗龙峰嗰度演出场也，一共也出去唔会查咧，哦，好了，多谢你啦，哈，好，感谢，感谢，好，好。好，那个陈明文委员不在场，陈廷飞委员不在场，邱志伟不在场，李彦秀委员不在场，蔡依宇委员不在场，林德福委员不在场，姚文志委员。好，谢谢主席，哎，大家辛苦了，我想请就主委再辛苦一下吧，哈，李主委，请。姚委员好，嗨，哎，主委好哈，这很抱歉了，我也没有办法用客语来咨询啊，没问题，没问题。那不过我刚刚看 Glass 啊，他作为阿美族啊的这个也算代表的立法委员了哈，或者是阿美族这样的议员呢，他可以用客语。那我特别问了一下，哎，为什么你会？因为他在花东纵谷区成长，对，啊，然后在玉里那个地方，对，啊，所以有很多的客家族群，对，那他们跟原住民啊，或者是阿美族，他们是混居，对，啊，就是在那个社区里面，所以他从小耳濡目染，嗯，他说他几乎都可以听，嗯，啊，那说比较差一点，嗯，啊，那也因为他在台湾社会，所以闽南话他也都能听，对。那他讲的最好的族语是阿美族语，对啊，他那也会一点日语啊，因为原住民的老一辈的这个
平常日常生活也讲日语、嗯哦。所以你知道他总共会多种语言吗？诶、这个很典型，在花莲哦，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说原住民会讲客语，那很多客家乡亲也会讲哈、哦，也会讲原住民一部分的原住民语言哈，还有一部分的，就是还有闽南语啦、哦，所以他们的语言其实比较多样性，多语言的。其实一方面我刚刚听他咨询蛮感动，一方面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资产，对对、哦，这是台湾多元族群融合啊、哦，不管语言所带来的丰富性啊、哦，以及这个。可以透过语言去了解各种文化，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啊。像我们比较单纯，就小时候跟陈其迈一样啊，就错读了历史啊，然后被限制讲这个方言啊，这以至于这很多能力都觉得都退化啊。这个我希望就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底下啊，那客委会应该更具体啊，然后更展现。这个怎么样去促成啊？这个客语啊，以及客家族群它的文化语言的保留啊，那以及更让大家了解说客家文化、啊、它的重要性啊。那讲到这里，我其实就不得不提，刚刚我在站代主席哈、啊，这我想主委你应该很清楚哈、啊。那你现在是政务官了哈、啊，我觉得你应该去解决了。我们没有要干涉这个客家电视台它的自主性、啊、也不会去指导个别的新闻、嗯。但是新政府上来，今天是您当主委第一次的客家业务报告、啊嗯、那如果说客家电视台和其他的电视台、啊、尤其客家电视台里面有新闻、啊、新闻节目、嗯，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新主委的第一次业务报告啊，还有那么多，你看到快一点都还有这么多的委员关心，但是我们客家电视台却跟一般的商业电视台啊，一般消费型的电视台啊都一样，十点钟呢大家就撤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新闻的判断啊，它的重点啊，以及完全缺乏客家意识。坦白讲，我这个处长你也站上来了哈，哦，主委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基本上这个，因为我过去是新闻专业出身，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不会是这样说，因为你要怎么说？不，我不会去说这件事情，公开的说哈，因为基本上那个媒体自主哈，这个是当年我在。这个媒体界的时候一起强力去推的了，那我现在等于说担任客会主委，等于说是政府的一部分，我们政府基本上是不去干预，但是私底下我们会从专业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所以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客家观点，没有客家的意思，那么他们所做的新闻选择的判断，那么这个对整个客家电视台本身的使命的达成其实也是会这个值得那个检讨的。谢谢主委啊，其实媒体的自主，对、哦，完完全全尊重了、哦、就我个人来说、哦、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哦、我是全台湾，不管你叫台湾还叫中华民国，唯一一个新闻系毕业的，当过新闻局长的，唯一一个。对、哦，我完全尊重媒体自主。对，那但是你每一台每一个电视台，嗯，它有它的任务，它的使命，对、哦，以及它的各种、哦、包括像客家观点，它的各种不同的判准。好，他必须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底下，他来展现他的自主。对，我不是说他可以批评我，也可以批评你。对，啊，如果在这样的意识底下，对，我们是缺乏的。对，啊，那但是，啊，如果说我们嘴巴讲媒体自主，对，但是其实却毫无意识的随波逐流的，对，啊，跟着我们的主流消费文化，然后去进行这个媒体的铺排或者是采访。对。他正好讲自主、嗯，正好是完全不自主而不自知啊。对，哦，坦白，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了。我想哈、哦，刚刚我私下有问了处长，那中间有些啊、哦，包括在因为媒体自主，或者是在包括
刚刚提到了这公司董事会啦相关的问题，我想请主委去克服啦。哦，好，这个我们会去。我想主委本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怎么样去克服，或如果真的不能克服啊，什么样的办法制度来修改啊？我想这些都很重要了哈、啊。因为啊，因为接下来我要谈的，我其实比较认为有很多东西，我希望我建议客委会啊，应该要更具体来处理啊。第一个，好、啊，包括刚刚主委刚刚回答客家电视啊，它的触达率，哦、你刚刚也认为说看看就好了、哦、我大概听了你意思是这样、哦、这是错的了、哦、那如果是错的坦白讲不应该拿来报告、哦、因为那样的一个触达率太容易了、哦、以450万的触达率来讲可能是花50万拍一支广告然后花500万上电视大概超过但是虽然预算逐年降低但是你完成的目标是什么哦、如果拿那个来谈客家电视、啊、那是一个错误的指标。那同样的错误的指标、啊、我看到了用了大概都是马政府执政时代了、啊、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不管是这个客家人的定义，还有客语的使用、啊、那些数字、啊、包括主委刚刚我认为你在报告的时候都不是那么这样的踏实。好、啊。客语逐渐在流失，浸润式的语言教学、啊、虽然逐步在推动，但是其实杯水车薪、啊。那不是只有客语跟闽南语这些语言不断在流失当中，那是不是有这个你们所做的这种各种的这个调查里面、啊、说有到40%几的使用啊，或者是60岁以上人口有80%使用啊，这些。我认为应该要重新再来检视了、哦、我觉得跟一般我们在一般认知、哦、我觉得有点出入了，有点出入。我期待主委啊、哦，彻底重新来检视一下、哦、然后再来展开、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其实想要比较具体的这个问几个、哦、我比较喜欢很具体的来看这个事情。主委，我请教你啊、哦，刚刚有人问到。这客家同花灯，小英主席要带去巴拉马，是您推荐的嘛？哈，这个是好，杨副主委啊，我觉得非常好哈，没关系，你做的就好了。但是我请问，小英主席带去之后，你准备要卖多少客家同花灯？有没有算过？有没有想过？那个老朋友杨副主委也上来一下好了。报委员哈，总统府方面给我们的讯息啊、嗯，就是说要能够找到有客家的味道的哈，对，那有客家风味的礼物啊，那能够代表双方的这个友谊。那但是作业时间也非常短，所以显然就无法做定做，还没有办法做这估计，没关系，定做没关系，我这个是建议，就找县城里面觉得有。Okay, 有其实我觉得那礼物非常好哈，但是我是做这个建议啊。我为什么哈？哎，小英就职啤酒，你知道卖了多少吗？卖了23万哦，23万将近24万打哈、哦。那纪念币卖了多少？纪念币卖了那个金币、银币哈、哦，啊，大家都是排队嘛哈、哦，这个都几万枚啊、哦，那更不用说纪念酒了哈、哦。那其实小英清点呢、哦，有它的价值，它是一个好的宣传机会，好、哦，所以我说这个客家同花灯哦，哎。或许你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啊，赶快宣传啊，赶快它也变成是一个小英就职的商品啊，那也可能是我不清楚在哪里生产的哈、啊，也可能是台山县浪漫大道哈、啊，也可能是变成一个指标性主打的哈、啊，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文创，但是有些时候啊，它真的是必须跟这个主流的消费文化主流的有时候我们认为、欸、要趁着这个一窝蜂哈，这个赶快来宣传，这第一个了哈。第二，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主委，未来我们会不会有客家的这个定目剧？我们有在构想，有在构想，有在筹备。我们未来会不会有像当年您这个拍1895
这样的一个大的，可以拍吴浊流啊，或者是其他客家重要故事的这个电影，这个也有在构想，今年会先做一些先期的一些这个评估跟沟通了，也有在构想中嘛，对对对，好，这个我其实是认为了哈，是这个我过去跟在马英九执政时代，我其实也讲过，我们做了很多，客委会预算也倍增，那做了很多，但是做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客家电视台的收视率，最好的可能一般是大概0.0几，他有没有可能一部大戏？他有没有可能有轻重节奏？他有没有可能有些部分，他是让所有人都知道，那有些部分，他可能是就比较静态，我认为几个目标啊，比如说台山县浪漫大道，未来我们去那里是不是知道总是有一部客家大戏在那里等着我们，或者是这个桐花灯有各式不同的在等着我们，我觉得那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啦，我比较喜欢具体来看的，我期待这个客委会在，因为主委过去早就非常有经验，好，那我们副主委其他大家投入这个客家文化的运动其实都非常久，那怎么样真正在这过程里面把它付诸实现，而且非常具体的立竿见影的掷地有声的，谢谢，这些建议都非常非常好，真的把它做出来，好 OK， 我们这个我们期待中，好，谢谢，我们一定会努力，好，谢谢。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徐正伟、赵天麟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另请以书面答复。散会。谢谢，就给你们交代，所以要赶快结束。啊，谢谢，谢谢，来，谢谢，其实吧，谢谢你们。我其实漏了问一个，其实吧，那个，来，杭州市民有没有那个大风文要你做意见的，而且没有给他，可是不会发出来，我们不会发。给好像就是提高一点。要我们各部会提供主要意见，修正意见。无啦，恁过来的爱下。恁的，如果你讲恁的报告来，好，恁的书面报告来，恁的上来，书面报告来。是嘞。就写讲这条恁来看安怎，恁过来拢来写。